卡丘。对不起，对不起，卡丘，我刚刚忘记带家里钥匙了，我等我妈妈。对不起，让你久等了。Hello， 子萱。对不起，你等很久吗，卡丘？嗯。我刚刚化身手滑哥，从五点滑到现在。Hello， 宏伟。Hello， 陆三轮。咦，今天的角度有点还在寻找中。Hello， 妈吉，好久伴。幸婷晚安。Hello， 爸爸。Hello， 阿波里娜，迟到，对不起大家。Hello， 艾斯。Hello， 一楼。Hello， N 四六。Hello， N 四六。Hello， 无限，大家要等我很久吗 ？Hello， 楼君。Hello， 楼君。Yeah， 楼君你改名了。Yeah， 谢谢艾斯送我 Jimmy。刚下班就看到了，你真幸运。肉尖也来了，对啊，我跟 N 四六刚下班，早知道就提早吃晚餐。对不起，牧羊犬，谢谢艾斯送我钻石，晚安，腹肌。西雅去哪玩？西雅刚刚出去吃饭，改好名了，耶、yeah, ，老君。Hello， 爱元保健康进，好久不见 ，Jack，Hello Jack， 你来了 ，Jack，Hello， 米酒，谢谢米酒送我赖米星星，还有雪宝宝 ，N 四六的雪宝宝，中午的直播没跟到，没关系。中午直播不重要，大家都在讲不负责任的话。谢谢爸爸送我一元票。现在去吃什么好料？去吃了一个甜点。今天你们整天有活动吗？我们今天没有活动哦。晚安，建轩。一。这个镜头什么负责任？我们今天中午说了很多讲话不用负责的话，我看了重播的前半段，大家中午都乱说话，中午说的话都不是真心的，对，中午说的话都不是真心。等等七点都要出门，建轩你要去哪里？鹰头猫 ，Hello 鹰头猫。Hello Thomas 7410，等等去看直播。好的，今天中午十二点正好看。谢谢信婷送我右岸咖啡馆，右岸咖啡馆。等雨林等到睡着，错过哦，你错过雨林的直播了，好可惜哦。新北耶诞城，你去新北耶诞城，我也很想去，应该很多人吧。谢谢建轩送我赖米星星。爸爸你要去哪里爸爸？哎呀，我的那个镜头跟昨天不一样，跟昨天的感觉不一样。谢谢宏伟送我雪花。 Hello 又静，我们现在吃东西好了。 Hello 又静，我要回家了，摇晃是啊，因为我还在瞧那个角度，我急急忙忙的开了，还没瞧好角度。我们现在吃乖乖，红色的乖乖，可恶又滑出去了，赶快滑回来！谢谢老君送我的圣诞袜。邱品涵 ，Hello 品涵，是啊，知道你朋友是谁了吗？我朋友是谁？现在什么话题？这是什么话题？哦，你说那个表特版的朋友吗？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你都包绿色打算，绿色打算直播完啊，
直播最后一天吃这包，谢谢信婷送我一元票。我们直播最后一天就吃这包了。我们直播最后一天的主题已经定好了。对，怎么办？最后一天一定很多人开，嫉妒他美的人吗？对啊。Hello， 二号跟三号，你们都来看我了。听说直播到1月14，对，直播到1月14。品涵手机充完电了吗？投票也到1月14，投票好像是到1月15号的下午2:59的样子，我不确定。结果乖乖方案过期，乖乖不会过期。Hello， 帅源油 79%， 品涵你30%，你从早上的3%冲到现在才79%，也太久了吧，品涵。1月14也是雨欣的生日，哦，也太刚好了吧！大家记得祝他生日快乐。我有特地去表特那篇装录了，谢谢你。iPhone 现在有优惠。iPhone 有什么优惠？没有，有100%，可是又用到49%。品涵，你电池坏掉了。Hello， 枫糖。我今天 ，Hello， 酒蛋。我今天，我今天去买了白板笔。我决定要来进行一个企划，就是因为我觉得呢，因为你看我现在都只知道，譬如说帅源叫帅源好了，可是我还没看过帅源本人，所以我现在要来，譬如说我现在要来想象帅源本人会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把它画出来。今天的企划就是这个。Hello， 黑柳星，今天企划是画那个凭名字等等保健康，你跟我说的话也太劲爆了！你们说了什么话？你们说了什么话？可以预约吗？预约什么？你说预约画像，那可以画我。好，我跟你说，因为我也有去表特推文，谢谢无限神推雨林神推，所以不要在这里回我吗？什么意思啊？花芒果片，他用 LINE 跟我说了一个秘密，什么？什么 ？Jennifer，Hello Jennifer， 你要画多少人？我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好难哦。其实双子跟谭妍都见过 Jack， 可是你是不是没有跟我们说你叫 Jack？ 那可以先画我吗？何景喵喵，我们见过啊，我来画何景喵喵。何景喵喵就是，有点忘记了耶。何景喵喵，我来看看你的头贴，偷偷看你头贴。啊，没有，头天没有。何景喵喵，我也跟台湾打过招呼。你们那时候都没有自我介绍，我又不知道你们的名字，我没办法，我没有办法跟那个名字和连在一起啊，因为直播的名字。何景喵喵，何景喵喵的话，何景喵喵。等一下，等一下，我都可以接受。这样占用留言区是对的吗？牧羊犬，直播的名字我有打错吗？2017最后的双马尾，因为我明天可能没办法直播，我明天要拼经济。咦？何景喵喵，何景喵喵，何景喵喵的喵。应该排不到被画，自己画圈圈可以啦。何景喵喵，何景喵喵，何景喵喵在我心目中是长这个样子的。
看到珍珠奶茶钓鱼烧串让我笑，突然觉得背花好像不是一件安心，而且喵喵在我心目中是长这个样子。在爱河旁，爱河旁的河景喵喵。好的，又进，拜拜。河景喵喵，你有戴眼镜吧？我记得你有戴眼镜，是吧？河景喵喵，你应该有戴眼镜吧？河景喵喵，快出现！你有没有戴眼镜啊？没有脖子哦，我忘记画脖子了。我等一下画脖子。下一位，你看你有戴眼镜，你看我就记得你有戴眼镜，是不是？河景喵喵，你要截图吗？河景喵喵，三二一，好了，我画完河景喵喵了。我会延迟什么？什么意思？感觉有八成的人都长这样。没有，我的画风你无法参透。画品涵，可是品涵我见过你本人啊，我怎么会用想象？现在重点是因为譬如说我看没有看过河景喵喵，所以我要想象河景喵喵长怎样。好，那我画一下品涵好了。我画一下品涵，等我一下。品涵在我心中长怎样？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品涵在我心中长怎样？等我一下哦，画我好，等一下，等一下，大家不要急，大家都有机会，今天时间很长。等我一下哦，还有三个小时，等我一下。哎呦，好难画哦！画画真是一件很难的事。等一下，我觉得好丑，大舌头品涵，大舌头有点难画哎。等我一下，记得换品涵和品涵的Melu好。可是我有点不会画狗。等我一下哦。啊，你们想要品涵是什么发型？你们想要品涵是什么发型？双马尾好了，双马尾，双马尾。双马尾好，双马尾。等我一下。高马尾还是低马尾啊？你们要高马尾还是低马尾？高的低的好了，低的。嗯，也不对啊，低的要怎么画？哦，我觉得我遇到难关了。嗯，这样。平衡。是亚都自问自答，寂寞孤单的孤独的画家总是需要这样自己在自己的世界里。肩下巴，脖子，身体，等我一下哦。哇，好了，我跟他说这个重点是什么？这个重点就是很瘦，品涵很瘦，所以他的脚很瘦，他这一幅画的重点就是品涵很瘦，然后品涵的眼睛，品涵的下巴很尖，品涵的刘海分边，主要就是品涵很瘦。我要把品涵的精髓画出来。品涵穿什么？品涵过你本人很可爱，我跟脖子很重。我现在改一下脖子。品涵很白，那个太难讲，主要就是品涵很瘦。
很瘦这点一定要强调，旁边这个就是梅鲁，我不太会画狗。竟然有三件事，腿蛮长的，对不对？有够瘦吗？够瘦吗？我以为是头很大。平衡还满意吗？平衡，我不会画狗，我献给你这只梅鲁，是马鲁还是梅鲁？我忘记了，马鲁。平衡本人，平衡，你要打分数，你打几分？腿很细，对啊，腿一定要很细。马鲁，平衡，你打几分？边保姆边保姆边号，你怎么可以带？你怎么可以这样留言？等一下，我知道，我帮他修一下他的身形，我修一下他的身形，等一下。好，这样子，那是狗哦。平衡表示，平衡表示87分。我觉得我没有那方面的潜能，我真的画画的潜能很低。一进来就看到了什么？水平黄金三斗士，87分不能再高。这是平衡，超像恐龙。我也觉得我随便画都画得出恐龙哎、欸。哎、欸，我跟你说，你看哦，就是。那个，譬如说你叫我画恐龙，我画不出恐龙，可是你叫我画狗，我却画得出恐龙。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吗？画艾斯的话，因为我看过他本人呢，但有点难画。我先擦掉品涵，品涵拜拜。等我一下，品涵跟品涵说拜拜。钓鱼超珍珠超人画的真好，拜托。那个是我修稿修了几遍的杰作。好，画下一位，下一位来画无限好了，无限。我想想看，画无限，我想想看无限的那个耶、yeah, 平安是我学宝宝。我想想看无限，我先画无限。无限，我有看过你本人吗？我想一下啊，先一个脸。无限，你的发型是什么啊？我想一下，我自己想象。无限都穿什么衣服啊？想看，我画好了，我画好了，要公布了吗？准备哦，3、2、1，看到无限大大你好，无限大大，啊，我帮你叫眉毛，我帮你叫眉毛，无限。无限，你开心吗？无限，我们来数数，无限大有几个无限？
一个无限，两个无限，三个无限，四个无限，五个无限，六个无限，七个无限，八个无限，无限大到总共有八个无限呢！你好无限，最厉害就是你无限，八个无限。哎，你喜欢吗？无限？你需要截图吗？我让你截图。你想走了？哎，不可以走，不可以走，不可以走，你不可以走。我等一下还要画别人，哎，你不可以走。无限，哎，我觉得今天连续开台都要移载。无限，你给几分？无限，晚点去你推特按爱心。无限，你给几分？无限，无限给几分？无限给个分数，无限。今天主题是吓跑粉丝，不是啦，我只是想要先画出你们在我心中给无限分，给无限分。我只是想要画出你们在我心中长怎么样子，因为呢，我都只是看到你们的，我都只看过你们的名字，可是呢，我不知道你们本人长什么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是看图想你们本人长什么样子。但无限在我心中就是这么的无限，我给了他八个无限哦。好，我要跟无限说拜拜了，大家一起跟无限说拜拜，我要擦掉无限哦。画艾斯，可是艾斯他我见过欸，艾斯我见过啦。艾斯有点好，我想想看艾斯怎么画，但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你知道？哎，好几喵喵不能走，不能走，你们不要走，那我不画了，不要走。我现在放慢我的那个画的速度，建轩画一块大冰块。溜走，刷员不能走，刷员，刷员，你又不帮我开车门，又不那个，哦，你自己叫大家说拜拜，哦对，我以为你们在跟我说拜拜，欸，我以为你们在跟我说拜拜，画师员，等一下，等一下好不好？等一下，现在画 ice， 可是呢，我接下来要那个。我接下来要画，我开后车厢，我只能坐后车厢啦。画了从一身推变一身黑，不要！我哎，我现在要加，我现在要放慢我画作画的速度，我现在要放慢我那个画画的速度，87分不能再多，这样也蛮高。今天怎么这么强？你刚刚是不是有喝酒？没有，都是机器啦，真的是给诗雅87分了。对不起大家，都是机器的问题。对不起，都是机器的错。是机器的错。画面刚刚停在奇怪的地方，绝对不要画火，害怕。好，我现在画 ice， 那你们要懂，我们边聊天边画。我们边聊天边画哦。我们要一直丢梗，我们边聊天边画。我想想 ice 怎么画。好难哦，其实我不太会画画，你们知道吗？其实我不太会画画，画一个走一个，那我不画了。其实我不太会画画，欸，不行，冰块那样就太青菜了，我怎么可以这么青菜的交出我的画作？其实我真的不太会画画，所以我好难想象，好难描绘我想象的东西哦。现在只能默默按爱心。不会啊，我有在看大家哦。我上次给钢布林画的好像比较正常。上周课题已经很清楚你的功力了。我们要边聊天边画，边画。我们边聊天边画好不好？不然都没办法聊天。画冰棒，看到鲷鱼烧超人就知道。你们觉得他不可爱吗？我们边聊天，领灵画师啊。我昨天想到一个问题，想要问大家。我昨天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周的主题不是问说，要决定要走什么路线吗？对不对？
那我想问大家，我跟诗源的路线是哪里不一样？就是我跟诗源有哪里不一样？你们可以告诉我跟诗源有哪里不一样吗？他会读书，你不会。我也会读书啊，很少看诗源，诗源一个有字一个没字，平衡蟹咯。诗源是美少女，一个有字一个没字，帅源蟹咯，没有不一样。诗源是美少女，诗源才不是嘞。诗雅是美少妇，哎，一个比较会诗雅，名字不一样。诗雅感觉是在精进，诗源感觉在 学新事物，在精进，感觉你不像像姐姐。我是姐姐啊，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哎，另一个没什么不一样。诗雅是女神，真的吗？一个中分，一个妹妹头。他会发现我头像换成斯黛拉，你没有，我早就知道了，好不好？这种事情不用说出来的，这种事情是不用说出来的，好吗？我知道好吗，手滑哥。诗源跟我比较合，因为他不吃香菇。谢谢雪村迪欧送我一元票，一个感动很多，一个不敢。我想要更心灵，我想要更心灵方面的各位朋友。诗源走可爱风比较适合，那我走什么风？冷艳风。我想要更心灵方面的那个，我想要更心灵方面。我好感动，爸爸你到家了。大家有没有更心灵方面的那个不一样？诗雅适合走气质路线。咦，真的吗？好好，气质路线好欸。诗雅感觉在荧幕前，对对对对对，卡丘，你果然那个周到，你果然看得比较清楚。我有觉得，我也有发现这件事，我觉得他比较不敢，而且他比较会笑场，我不会，我是很认真在搞笑的。我每分每秒都是很认真在搞笑的。Hello， 铁牛，果果很怕你，够心灵了吧？不够，这个谁都知道。我是很认真在搞笑的，他是会笑场的那一种，我不会笑场。一个吃软糖，一个吃硬糖，我也吃软糖啊。好喜欢迷之自信状态，我没有放空，我真的很认真在搞笑。诗源的情绪比较容易表现出来，真的吗？这个我哦，这个够心灵，这个够心灵，这个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诗雅是头发，诗源是头发服帖，是他最近刚烫头发。嗯，因为他最近刚烫头发。Hello， 铁牛，我问你，我跟诗源有哪里不一样呢？诗雅对你比较好，耶！诗雅头发比较多，诗源感觉比较我觉得他比较容易害羞，这是事实。我觉得他比较容易害羞。诗雅的头发，诗源的头发自然卷吗？其实我也自然卷啊，可是你比较迷人，凭良心说，谢谢水瓶座，诗雅比较不计形象，对啊，就是我刚刚讲的，我是很认真的在搞笑，我超级认真的在搞笑，每一次搞笑我都是很认真的，诗源会害羞，所以比较不敢做，诗源比较会受伤，什么意思是比较会受伤？你说因为我的关系吗？他比较会受伤是吗？诗雅像我比较自信，医生剧诗雅有时候很难，我也是被诗雅吸引到。卡丘现在还是吗？卡丘现在还是吗？现在还是被我吸引到吗？因为其实啊，我跟你说，当双胞胎的人啊，都会很希望自己跟那个自己跟妹妹不一样，因为你有迷之自信，你的比较沉稳，诗源比较容易放空，但是害羞有害羞的好。没有，我跟你说，
每个当双胞胎人都希望自己跟那个叫什么，就是希望大家可以那个感受到我们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长得很像了，所以我们不想要再被说是同样的人。这是双胞胎的心态，大家知道吗？这是双胞胎的心态。你们很不一样，可是一开始大家还是会觉得我们一样啊。譬如说，大家会很容易说诗雅、诗源、诗雅、诗源这样。虽然说有好有坏啦，差很多吧。你们算不像的，对我们算不像。其实对我来说，你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我们是真的蛮，我们是真的有点不像。诗雅是温柔的大姐。每次一打开看到的都是诗雅，这就是我们的缘分啊！你们越看越不像，认识你们之后，对对对，认识我们之后就知道我们不一样。品涵说了什么吗？品涵又发废文了。诗雅灵动感，诗远空灵感。帅远，你怎么那么会说话？我上你的后车厢。品涵一直努力打，然后就会有喜好是。认识你们就知道不像，对啊，谢谢铁牛送我那个雪宝宝。品涵说没有字的时候很像，谢了品涵。品涵留言很好笑，品涵今天有跟到我们中午的好笑直播耶，好开心哦。后车厢是人质在打，其实你们原本是双胞胎，但是你们发型不一样。对，我也觉得发型有差。我画好爱死了耶，我觉得好平常哦。你们想看吗？我觉得好平常哦。你们看，爱死很平常吧？西雅和我比较适合，真的吗，鲁君？爱死，我画好你了。谢谢铁牛送我姻缘票，谢谢铁牛。卡奇怪看久了觉得不是特别像，不太像。右边那是冰块，是右边那是冰块，右边那是冰块。手机放口袋很会滑，平常的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了。冰大请给分，冰大请给分。我跟你说，摩托车我描绘很久。右边那位画得很像，又一个受害者，冰块。对啊，右边是机车耶，机车车棚我画得好吗？但艾斯没有现身，艾斯怎么不见了呢？冰大走了，冰大好像不在，好吧，我们等一下他。我刚刚一直在想摩托车要怎么画，好难画哦。又一个方向走，机车画得不错，真的吗？品涵，机车有推，真的吗？机车有推，那我们看机车就好，我们看机车就好。我们看机车就好，环岛中，艾斯不见了，等艾斯回来，画的还可以耶。对哦，他的眼镜我忘记画了，我只是想要营造出一种他很亲切的感觉。这还不是狗狗了，我觉得有像我觉得有像有没有像？有没有像？有没有像？让这边画的一样，有没有像啊？我觉得很像你们觉得有像吗？你们有像吗？快点给分，请给分，有像到，有像对不对？我觉得有像啊，冰块很像，冰块很难不像吧？谢谢刷员送我999个爱心，我觉得不错，对不对？诗雅比较温柔亲切，真的吗？我比较温柔亲切吗？根本是照片。有像吧，但他脸好像没那么尖，没关系，他会变瘦。87分，怎么办？艾斯没来，我们先等他一下。我以为是被咬一口的蛋糕，不是，那是冰块。87分啊，诗雅，嗨，诗雅，咦，对不起，我迟到了，帮他截图。那个。你们还记得我昨天说了我的那个定番吗？就是我要每次要推荐一首歌给大家，对不对？我今天等一下哦，
我今天也选了一首歌，要推荐给大家。等我一下。对啊，昨天是追光者。等我一下。好了。你们一定有听过。有听到吗？有没有听过吗？有。这首歌很好听耶，而且那时候求婚大作战的时候，那时候对有新垣结衣的版本，那时候求婚大作战的时候听到这首歌都会很想哭。我第一首乌克丽丽就弹这首，诶，好学吗？对对对，哈利路亚 chance。李对李，神推120号，耳环跟平衡一样吗？这个是这个是品韩风的耳环，你是苹果的电脑吧？对啊，我是 Kenzo。 艾斯，我换你了，你比较喜欢明日晴那个也很好听，等一下就播那首。艾斯，你要看你了吗？艾斯出现咯。艾斯，你觉得像吗？哈利路亚 ，Cheers， 爱死像吗？被扣进来了，像吗？爱死，后面一点。像吗？爱死，你要给几分？是不是蛮像的？有像吗？直接死亡。艾斯，你觉得像吗？我们来访问一下艾斯在想什么。艾斯，请问你现在在想什么？我感到不公平。怎么说？因为你没有车吗？因为你没有车吗？无言的平台，120分，果然是艾斯。谢谢艾斯，永远这么支持我。还是满分是200分。其实满分是200分吧。冰大说谎不好。哇，艾斯，谢谢你送我保时捷，帮我开车门，艾斯。哇，谢谢艾斯，谢谢你，你要永远珍藏这幅画哦。谢谢你，艾斯，啊，谢谢米酒送我铃铛，谢谢大家。水瓶黄金溺爱根本不，没关系啊，艾斯溺爱我有什么关系？开车门，现在要进后车厢，没有，我要坐副驾驶。我在介绍定番呢，今天介绍的一首歌，我们再听一次，是小小那恋歌舞打小小恋歌。那台机车要改成保时捷，保时捷有点难画，我有点不太会画哎。坐车顶，我不要。这首歌好好听哦。下一个谁想要被画？举手。我失陪一下，去练一下黑框眼镜。我教你就好啦，品涵。她是个 shopping queen， 她爱喝 lemon tea。
兵大一月准备修罗场，换我帅员好。我想一下帅员哦，我想一下帅员给我的感觉。我想一下。我现在要那个好品质，我现在要就是，我现在要慢慢来，慢慢画。哎，黑框眼镜我也有唱过，阿华。Hello， 伟林。蜜杰选，等一下，我刚刚看到帅员，我先画帅员。诗雅喜欢坐后车厢，我喜欢坐那个前座啦，不是前座啦，副驾驶。嗯，画一口油井。想一下哦，好难画。感谢西亚姐姐，继续跟同学吃饭去了，晚点再来。艾斯，拜拜。我来想梗，你来想梗，你想梗，快点。梦幻旋律，晚安。哦，不行，这个不行，这样不行。拜拜冰大阿拉伯王子风，帅员喜欢什么样的感觉？阿拉伯人让大家猜谁是谁，好难哦，不行，我现在先完成，我想看一下帅员长怎样。我现在先完成帅员。不像，怕被画不敢留言，不要这样子啦！不像不像，哦，好难哦，好难。结果开帅员头像来找，不会，我要有创意啊、哦，好难哦。等一下，我来 Google 一下那东西怎么画。哦，是这样子画、啊，大家等我。啊，小三美玲空班啦。好难哦，很多很多友情要聊很久了，好难哦。等我一下，不行，我们边聊边画，我不能错过跟大家聊天的时间。空巴哇，小酸美玲，谢谢夫妻送我应援票。嗯，友情要喷发的感觉。哈，你们想到的是油井哦，いい歌だよね。そう、私の好きな歌ですよ。小山ちゃん、小山さん、どっちがいい？小山さん、好像在写生。对啊，我就是在写生。嗯嗯，宏伟，拜拜。啊，我想到了，画一台印刷机。小山美玲日文怎么念？谢谢熊，可是会卡卡卡卡吗？我大心莫大斯基，欧亚马打油，欧亚马打油，欧亚马，欧亚马。谢谢自然系 Yuko 送我应援票。Hello 文琪，好久不见。哦，好难哦。文琪好久不见。你在做什么啊？我在画大家。
等我一下，长篇哦，都是帅源太难画了。帅源太难画了，换诗源在抓影片吗？诗源在清经济，他在残害大家。我在画画。帅源给我感觉是一个很高的人。帅源很难画，帅源超难画。帅源给我感觉是一个很高的人。看一下，帅啊，帅源很难画，他超难画的。谢谢漫画旋律，画画，对啊，我在画画，就画一个书。谢谢 Yuko 送我 star。 帅源给我感觉是穿西装的人。等一下，穿西装，人小小的都是这个字叫 Hello 泽。 OK， 等一下哦，帅源给我感觉穿西装。结果还不是偷看？你怎么知道我刚刚在偷看头像？你们怎么知道？有这么明显吗？有这么明显吗？我刚刚真的偷看了一下头像，你们怎么都知道？有这么明显？会有岛出现？岛哦，我还在想要不要岛。不行，我不能让场面干掉，我要速速画。开玩笑，我怎么不知道？小晚安，西装就是头像，真的。哎、欸，你们怎么都知道我在看那个头像？你动作那么大。我从你瞳孔反射看见，咦，看得到吗？那我要小心一点。结果是约好的，穿西装。我画好了，我画好了。字吗？帅源，你出现，有进步，有进步吗？哎、欸，等一下，帅源这样看起来像秃头、欸，哎，我帮你补一点头发，我帮你补一点头发。帅源，你有头发了，帅源，只在想，帅源有头发了。哎、欸，游轮好难画，我刚刚去找游轮的图片，可是我还是画不出来，游轮太难画。这个还蛮像的感觉，真的吗？因为帅源就戴眼镜穿西装啊，因为他的头像就是戴眼镜穿西装。哎，游轮真的好难画，雨爽，哎，游轮真的很难画，哎，更像秃头，这样更像秃头，一字带图，没错，一字带图。Hello， 钟林，帅源变强了，也秃了，平衡像雨爽。我不会画，校园请给分。我不会画游轮，好难哦，游轮好难画、哦。钟林晚安，钟林，
偷看也画比较好，是不是？很像长龙的货轮，真的吗？帅员给几分？帅员，这一个就好像中元节，上面是那个游轮的墙，那个船。原来我是被拿来练笔。Hello， 三金是真理，三金是真理，好像樱桃小丸子的花人君，这样吗？花人不对，花人的话，他头发还要更出来一点。看大西亚认真给个雪花。哎，帅员，我很认真哎。我是很认真在画图的帅员，在渔船上钓人，你知道平凯要在渔船上钓人，给你三分，谢谢帅员送我雪花，谢谢疯狂的雪宝宝，不要再来要分了，好，我不要再来要分了，我要跟那个豪华游轮说拜拜了。怎么办？大家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主题耶，这是我精心想的主题耶。大家喜欢这个主题吗？改画手滑哥，手滑哥好，船好像料理对决，那时候小当家。帅员拜拜，辛苦了帅员，钓鱼辛苦了帅员。我的主题啊，就是因为我都没看过大家本人嘛，都只有看到名字，所以我就想要画一下我想象中的大家。嗯，是这个主题。我们丢梗丢得很累，好，那我们来聊天，等一下再画，休息一下。你知道画家是会累的，你知道可以预约被画吗？好，建轩等我一下，你知道画家是会累的。我们先聊天。母涵爸爸，那画艾斯，我刚刚画过艾斯了耶，我刚刚画过了，应该是看过你不知道。嗯，因为那个怎么说？因为你们大家都就是你们大家那时候也都不会说你们 Life Me 的账号是什么嘛，所以我不知道你们 Life Me 的账号是什么，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连起来说谁是谁，除了艾斯，因为艾斯就是叫艾斯。你们在活动外面超用心，对啊，没有，因为可以见到大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小心芒果奖，谢谢你送我100个爱心。圣斗士是不被画的，明明看过你们好几次，可是你没有跟我说你是无限啊，你有跟我说吗？有吗？这是益生菌。幸好我一直都没改过。你说对，因为你都叫伟林，所以我就记得你是谁。没有啊，艾斯是因为他有跟我们一起去环岛，所以我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没看过才有趣。对啊，我都没办法想象手滑哥本人长怎样。可是你们虽然那时候有见过面，可是你们都没有告诉我们，不是应该是说。那时候没有 Life Me 的，当跑车卡了，什么意思啊？我就叫楼君，你刚刚说我跑车吗，帅员？哇！帅员帮我开车门，帅员快点开车门，帅员，帅员你要帮我开车门了吗，帅员？帅员，你要帮我开车门了吗？开车门是什么样子啊？开引擎盖。哎，帅员，开城门啊！开游轮的门，开游轮门。开跑车载我去菜市场。小华哥。可我等一下先画建轩，建轩，可是建轩我知道建轩长怎样欸，开油箱，我帮你加油，我就是你的油，帅员，我就是你前进的动力，帅员，还要画个907，907怎么画？我就叫于婷，可是你们都没有说我是于婷这种感觉。
我有脸部认知障碍，所以你不认，你会没办法认出我们吗？杏婷，杏婷，我也知道杏婷长怎样，好会说话，不是，我是发自内心的。以后就会让你认识我们啦。那钟琳你现在坐哪里？钟琳，Hello 阿志，马友一声推，你可以画一个志玲吗？志玲好难画。你们不是说有我们的那个圣诞委员会吗？可是我怎么都没有在 PTT 上面看到啊？因为我有看高品涵的跟林杰的，可是我怎么都没有看到我们的、啊？有啊，你那时候就说你要取何景，就是你那时候就说你的名字要取何景啊。谢谢阿志马友一生推送我钻石。哦，只是煮好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可是，哦，生日还没到，你们事业比较忙。没有，你们就是秘密团体吧。那你们打算要干嘛？你们可以偷偷告诉我吗？你们有秘密集团，小美人鱼，对，这个杯子是小美人鱼的，给你看。那你们打算要干嘛？你们打算要干嘛？快跟我说，我可以提供你们意见。党员名册不能被收到，为什么？谁会告诉你啊？我想听提示，提示，提示，提示一下，提示一下，快点提示一下啦！告诉你还叫声伟，提示一下，我跟你说，熊你要跟我说吗？你快跟我说，乖乖巧克力，对啊，第一个字，第一个字。那个是什么？我想知道，告诉我，诺比达。哼，身为长不知道，身为长是谁？诺比达的诺，什么诺？你做梦看梦不梦得到？那你们要来我的梦里啊！你们要来我的梦里告诉我好不好？秘密教会，你们要团拜吗？还是干嘛的？可是啊，鹿的英文是什么 ？Root， 鹿的英文是什么？我不知道鹿的英文是什么。Road。可是你们怎么知道那个四月的时候在干嘛？你们怎么知道四月要怎么那个？就是譬如说四月有没有剧场或什么？你们怎么知道？这样你们要怎么规划？这样规划有点难度哎，对不对 ？Road, road, 路路。守华哥，你在我的梦外面静静的看着我，只会看到翻白眼的我，只会看到翻白眼的我。你要进来我的梦里才可以。都在赌，你们赌有剧场吗？你们赌有剧场吗？你们是赌有剧场的吗？很好搞，我固然鼓。应该没这么快吧？应该没这么，其实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是要你说 way 是方法吗？没有剧场也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快点，我要套你们的话。我猜最快明年下半年才会有剧场吗？两个加起来，一直预设询问就行。你说跟公司询问吗？小队长耶，谁是小队长啊？我是希望六月已经盖好，我希望四月就盖好，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办圣诞季了。这样我就不用，你看，如果
如果四月还没盖好，我就办不到今年的圣诞祭，这样子我要好久以后哎。只是你们不认识我吧？你们不用练功，好像也要哎。这样我要后年才可以耶，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就是早一点出来，这样子我就不用隔很久了。还早吧，雨林有机会，品涵也有机会吧。品涵是最妥当的，上次直播就像队长一样，真的吗？那你们觉得当队长应该是一个怎么样子啊？跟我说，这样子我比较知道我该往哪个方面努力，后年才有意思。不要，我不要办24岁的，感觉好老哦。哦，我可以上 KP 脸书询问了。后年太久了，我也不想要后年才有。中枪带，队长不能一直吃。哎，真的吗？那我不吃了，那我不吃了。掌握全场，你说发言的时候吗？是怎么样的掌握全场？对着荧幕为什么队长也有肚子饿的时候啊？中枪地哦，中枪地，搞不好营运都还不知道。你说剧场吗？哦，中枪地哦，然后又不分我吃，你要吃吗，手滑哥？啊，你看这边还有这么多、哦。跟男总队长要常常泪崩，队长要会哭是不是？队长要会哭啊！嗯，我觉得我心目中想象的队长，简单说两句，那是于一涵。我心中想象的队长是，队长不能超过148.9，不行，我超过了。我没当过，你写信去问高桥很山。我心目中的队长是要能够代替团队发言，对吗？我心目中的队长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是要能够代替团队发言。队长要会骂人，我会骂人，这不是应该？谢谢杨杰送我好棒棒腿。会察言观色，我会察言观色。唐直先制，不能带头吃宵夜，我不吃宵夜。对，咪讲非常会拉主 key， 你真的想当队长？你觉得当队长好不好啊？那个水瓶座，你觉得当队长好不好？队长应该是要能照顾全员吧，会照顾小妹妹，看得出来，队长要注意好多人的小地方。嗯，好，我会记得。国骂开骂不行，我不骂国骂的。谢谢小安送我雪宝宝 ，talk 要有梗，对，队长手上要有个盾牌。队长会牺牲，我知道，队长就是要比较以团队为主，不能够要先想团队的事情，再想自己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入狱，为什么？队长要注意全部的事，嗯，不用最厉害，但是是跟大家都很信赖的人，要有被讨厌的勇气，真的吗？可是没有人讨厌塔卡米呢。队长要请大家吃饭，要让大家幸福，了解大家，组织力要很够。Hello， 佳明，因为害羞，台北队长盾牌。队长一定是唱黑脸的那一位，队长要付钱，队长一定要付钱吗？那看我有没有钱呢？近期队长做得不错哦，我知道，次总，这是邱远康跟男的，队长要有被骂的勇气，要承受压力很大，要够坚强。成员聚餐，队长买单，队长要会冷场，嗯，那我不太会冷场，队长要敢骂营运，队长要敢骂营运。谢谢帅元送我 star。如果你有办法凝聚向心力，才能当队长。可是我觉得呢，向心力这种东西是要一起走过什么，就是要有共同的经历，才会有向心力。你知道吗？
如果大家没有共同的心力，那是没有办法有向心力，那向心力也都是假的，只有真的一起走过什么的时候才会有向心力。队长要带头，我可以站在最前面，队长是铁打的。所以你们觉得队长，你们觉得教主晚安，教主你来了吗？营运做不好能怎么接？凝聚向心力就是队长的责任，但是我觉得向心力是自然而然会散发出来的东西。谢谢 CW Kevin 送我雪宝宝，带头冲，带头冲，带头冲，推队长。没有，我们在讨论队长应该有什么特质。队长不好当 AKB， 我喊 TPE。 队长要爱喝可乐，而且加一粒酱。其实有很多种类型的队长，队长有每个人的特色，对不对？就跟班长一样，骂兵会被兵讨厌，班带不好会被上级盯。双子有昂矿圈，泽你在说什么？主要成员有些人就是不能凝聚向心力，就算不在队长之位也会散发出来。有些人就是不能凝聚向心力。凝聚向心力，但是我觉得本身，凝聚向心力这个我还没经历到那边，我还没经历过这段，我还要体会一下什么叫凝聚向心力。不管对内对外都以团体为重，要扛责任。对，我觉得队长要做的事情就是首先要考虑到团队是一个大家一起向前的队长。高桥男是带头向前冲。队长跳舞会同手同脚，好像可以哦，好像可以哦，还没打完就发出去。哲，你要说什么？队长带头唱出日，我可以，我可以。明年的有没哇？可能那只有你。队长比较辛苦，但队长是领袖。那你们觉得当队长好不好？当队长是一件好的事情吗？队长就像大海，要包容一切。队长们。人缘要好，让每个人都信服你。这好难。你不可以，你才不可以，你专心上班。先来段圆阵，有利有弊。会觉得有利有弊。你先上班好吗？队长一定会有名气。刷海员，刷海员，你不要 take 他。我不会 take 别人要怎么 take 别人？我今天一直想要 take。然后都 tag 不出来。诗源说他也想当摸鱼中的诗源，诗源都摸鱼怎么可以当长按？长按他哦，长按压住人家名，长按他的名字，为什么都不能当队长？要以身作则。因为队长会一直背锅。可是优一涵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刚赚了很多钱呢，谢谢你哦。不要一直跟他打招呼。谢谢海贼王送我雪宝宝，谢谢张琳送我100个爱心。借测试一下，你们大家都会。恭喜你，恭喜你刚刚赚了很多钱吗？每个队长都有自己的特质。抱歉，中午太忙，我没办法看台。没关系，爸爸。要竞争队长吗？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竞争的？当然是姐姐当啊，对不对？你们大家说是不是？我懂管胡在说什么。跟店长遥控，不一定要像高桥或很善一样。成员的心事要留意，遇到不如意需要加油打气的时候要去鼓舞他。你们都很厉害耶。手滑哥好像好厉害。手滑哥，你说你觉得我应该要走什么路线比较好呢？手滑哥，你好像懂很多。休息够，对哦，休息够。好，建轩是不是？可是建轩，我知道你长怎样啊，我很难画出一个好笑的东西，也不是好笑，因为建轩就是长那样，我对建轩有印象。建轩，你的路线是人缘，什么意思？我的路线是人缘，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好难哦。
老君睡过头，没关系，我原谅你。手滑哥是专业说教。手滑哥，你说教，你在画画，我在画，我在画那个粉丝，我想画出他们长怎样，亲民吗？我很亲民吗？其实我觉得我还好欸。我觉得其实我是亲切，可是我不喜欢。我在吃茶叶蛋，他在画大家很可怕，施压的技能蛮适合当队长。可是怎么说呢？我刚讲到什么？你在团体内的人员哦，我懂我懂。经营的人员自然大家就会幸福。每个团队不一样，对。他的直播你们有规划带领主题的身份的，也能拜托很多 buff。谁啊？你的这句话我要那个，我要背起来，不是我要记在心里。我要再看一次，看了直播，你们有规划带领主题能力，瞬间看到对方特质，讲出适合话题，也能摆脱很多包袱。走，我要把这句话记起来。而不是手滑哥说什么，经营的人员自然就大家就会幸福你，而不是一直想站上那个位置。我知道手滑哥的意思了，手滑哥的意思是你不能一直想着我要当队长，我要当队长，是队长这种事情是自然而然的会变成。自然而然的落在你身上，是吗？事实给予包养与指正，没错。哲，你观察真入微，哲，你太棒了，哲。如果你只是想当队长而没人幸福，让大家心里认同，就自然就是队长。大家自然而然的都怕你，什么啦？大家哪有怕我？这样你也很难胜任。我觉得手滑哥是个有东西的人。诗源很怕你，诗源哪会怕我啊？诗源才不怕我嘞，诗源才不怕我，诗源才不怕我，就有被看见的机会。我茶叶蛋都吃全家的哦。我茶叶蛋都吃全家的。真正适合黄袍的人不是自己披上去，而是其他人帮你披上去。哇，管胡这句话好厉害哦。跟大雄一样，队长不用最厉害，但要以身作则，绝不轻易放弃。请不要讲话这么老实。果果很怕你不是吗？果果真的没有怕我，你不信你叫他出来。他没有怕我，只是因为我会管他。就是。我会管他而已，他真的不怕我，只是我会管他。我跟他感情很好的，我只是会管他，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做对他比较好。我会跟他说很多事情，我会带他理解这个世界的黑暗面。石原怕，石原不怕，石原不怕。谢谢保姆送我100个爱心，诗源送雪宝宝，谢谢诗源。果果怕怕，但果果不说，果果不怕。黑暗面，对，这社会的黑暗面，像狐狸也很怕管狐。狐狸是谁？管狐好像读法律，管狐读法律的。他都施压，你都施压，所以他们才说不怕。我从不施压的，我跟他说我从不施压。等一下，我没看到一个很精彩。重点是你想让 TPE 成为什么样的团体，势必在营运跟成员中间两头不是人，但是人能够帮成员发声，成员的权益必须要保障。我懂，我了解，我记起来了。管胡，我当了3年，什么意思？但是只觉得团队幸福。男同学他自己说，所以成员都很幸福的。我懂，他是以身作则感，就是别人都没办法说他闲话什么的。我的权益靠你了，什么意思啊？我的权益靠你了，什么意思？你也恭喜你。哇，杨姐的这句话好难哦。
如果能像彩西那样，那么你就有当配。彩西怎么样？健身，你应该要靠荧幕录制。今天对啊，今天都是名言呢。今天都是很重要的名言。诗源表明不当队长，牺牲自己照亮他人。今天都是名言。截图好了。队长压力太大，能否胜任要当了才知道。可是我觉得队长重要。那个，抱歉，我差题，真的很差。是啊，我的腮红是一个韩国的牌子，那个 UP 的 UP， 我不会拼 A P 什么的 UP 有一个腮红，然后我的是蓝色的，它很美，就是它是花的。花的造型，我下次给你看。甜妞，你要走了，拜拜。是呀，好像看蒙这个。诗源要当书记官。咦，你们在写什么？没关系，塔康米奶有写领导论。什么？你们在聊什么？怎么办？我的建轩很普通哎，这时就看得出谁吃吃饭饭，我都不知道给什么意见。谢谢甜妞送我应援票。当副队长其实不错，你说诗源要当副队长吗？谢谢铁牛给我应援票 ，I love Taiwan, thank you。我画的建轩好普通哦，真的很普通哦，因为建轩，我说的是没有亮点，我说不是人普通，我说的是没有亮点。啊，柚子卡，建轩给我的印象就是。那时候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建轩竟然知道我们建轩竟然赌对机场，刚好我本家我帮你撑场，等你画画哦，谢谢你水瓶座。建轩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赌对机场这件事情，我们一出来就看到他，真的太惊讶了。我也要被西雅画好哦，我有看到我的回复吗？对于彩西，你是说我想看。哦，我知道你说要像彩西一样关心每个人，对不对？你的麦克笔是谁买的？我的白板笔是果果帮我买的，哈哈，因为他家旁边有文具店，我请他帮我买。我觉得每个画嘴不错的饼干应该都找你。这是建轩给我的印象，就是他赌对机场，他很厉害，这是他给我的印象，跟帅源好像。哪有帅源穿西装？他没穿西装，而且眼睛也不一样。那个发型也不一样，你真的不一样，而且他拿欢迎回来，帅源是豪华游轮呢，跟帅源不一样。欸，你们不要乱说。欸，我没有对果果施压，我是说你知道哪里有卖白板笔吗？然后他就说我家旁边有文具店啊，我说那你可以帮我买吗？他说好，就这样子，我没有施压 OK。建轩的印象是赌人，建轩的印象是神准的猜中我们在哪里，而且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不一定会在那，可是他还是来那等了，就很厉害啊！怎么感觉脸都很像？可以请诗雅画本田小妹吗？啊！可是我好害怕哦，我不想要，他等一下讨厌我怎么办？等一下他讨厌我怎么办？你们说，万一他讨厌我怎么办？那你画我。你没什么好画的啊，你没什么好画的。赌人不是犯的基本技能。Hello， 宏伟画诗源，可是诗源没什么好画的啊。好，我来画一下诗源。等我一下，叶子卡晚安，因为我就是你，你不是我啊，我超会的。讨厌你的就对他施压，建轩拜拜。其实画师员就这样，没有不一样。你们刚刚才说我们两个是不同的人欸。画拔蜡，拔蜡还没出现，不能画他，这样他看不到我们画他。我不会，我只会踩点。
踩点就是去我们去过的地方吗？为什么每天都哈哈哈？什么啊？照镜子就好，照镜子就好。思源啊，脸、头发。一直看晚安，我现在画思源哦。大健该换手机了，谢谢帅元送我皇冠，帅元，你要帮我开副驾驶座的门了吗？画杨杰画的思源，杨杰画什么思源？我没看到，欸，我发现你们画画都好强，都比我强欸。又要开始聊二十分，你们画画都好强，比我强，我没有，我现在思源太好画了。又要开始，没有，你们要跟我聊天啊，我在，我在。我在哦，我在，我也不会画画，楼君也不会画画。照镜子画，没有啊，我看，我直接看这个就好了，我直接对照就好了。画师员会害到自己，坐游轮的副驾，真的吗？欸，游轮的副驾，那还要开船欸，那还要开船欸。游轮的副驾是要开船吗？那其他人是在干嘛？我的画程度大概停留在国小，我都找我妹妹帮我画，我也不太会画画欸。品寒生蛋册里的诗源有，我有看到，我有看到那个。游轮的副驾比后车厢厉害多了，游轮的轮机长，问题是游轮没有副驾，游轮没有副驾，欸，真的假的？在舱底哦，在舱底我都不知道，帅员，你这样子欺负我，帅员，你们怎么都知道在舱底啊？你们怎么那么厉害？等等可以画我吗？好啊，没问题，爸爸。轮机长，等礼拜二电讯局开我就要换。你要换了，你要换手机了。郭如宾，啊，对，手滑哥是海军的哈。我画完了。大家准备，耶！你看，跟刚刚长不一样吧？跟刚刚长不一样，有看到吗？思源还在吗？思源还在现场吗？思源要画我吗？楼君，思源还在现场吗？你看，眉毛缺一角，画到了。其实那时候不小心把角画太粗，还努力用黑笔修正。眉毛缺一角画了，眼睛下面有痣画了，秃头画了，发线画了，比品寒还胖，大家有发现吗？比品寒还胖哦，有看到我的认真吗？比品寒还胖，睫毛也给了，诗源还不错吧，各位。游轮有大腹吧？你说大腹这个诗源我会想推，真的吗？这个诗源你会想推？眼睛还蛮大的，对不对，各位？肚子大脸，肚子大脸。Hello Jack， 等手机画完可以专心看书。你不看我吗？哦，你的酒窝，有了你的酒窝。没办法，不能一秒变诗雅，没办法，我们是不同的两个人。虽然既然注意的是没有酒窝，有加个字，不像哦。冰大哪里眉毛断掉？我跟你说，他的眉毛有缺一角，他的眉毛有缺一角，要不要顺便绑个缎带？
为什么加一个字？我一边比较深，太难描绘了啦，就这样子了啦，就这样子了，好不好？酒窝可爱，柚子哥，你不要这样子恭维他，可以吗？这可以吗？大家觉得呢？那个胖头，哎，你们有截品涵的那一张吗？你们有发现品涵很瘦，他很胖这件事吗？好，我帮他变瘦一点。我帮他变瘦，原来你们都这么在乎身材哦！原来你们都这么在乎身材，我给他腰，我给他腰。我给他腰了，各位，我给他腰，有看到他的曼妙的腰了吗？重点比品涵胖，你看是不是？有感受到你满满的恶意，腰窝画不出来，而且你的腰窝很浅，我腰窝比你还深。看到腰了，那这样有比较喜欢了吗？大家有腰之后有比较喜欢吗？短腿，对啊，短腿。笑到停不下来，一分钟变瘦，现在超尴尬，电不够充电，还要吹电风扇，还是一样喜欢思源。OK， 上面的头发，因为他秃头啊，因为他秃头。他秃头，化学教室实验品真假？你怎么你这样讲，好像我有发现，腿又短又粗，我画的也不是很 OK， 我自觉我得重画。爸爸跑去哭了，爸爸，这样的事员你还喜欢吗？爸爸，我等一下画爸爸，笑到翻过去，大家还喜欢这样的事员吗？他眼睛比帅员跟那个。建轩都还要大哦，他眼睛比帅人跟建轩都大。幼稚园生的爸爸现在在发诗雅的黑文，哎，爸爸，诗源请给分。诗源戴帽子不是，那是秃头哦，努比达那是秃头。可以，你看性情说可以，诗源，诗源请给分。原来诗源有秃头，对啊，诗源要去那个了，生发一下了。诗源本人好，你有画你自己，我不画我自己，我自己忘记我长怎样。如果里面装的是诗源的心，我就喜欢。0.5 分不好笑，诗源不好笑，诗源这个不好笑。诗源分数真高，我要跟诗源说拜拜。我给你四分，比帅源多一分，真的吗？比帅源多一分。0.5 是酒窝。最像的地方，最像的部分就是酒窝。我突然觉得陈炫不是在拼经济，他偷偷没有，他现在应该在休息。好不容易撑到快换啊！我突然想画一个人呢，我画一个人，你们猜是谁好不好？等我一下，随意点个字就是呀，不对，我最后来画我自己。我跟你说，我最后再来画我自己。我保证让你们看到不同，一定是好。你为什么要破梗？你为什么要破梗？你太了解我，你跟我破梗画你们六个，我刚刚已经画了品涵了。你为什么要破梗？等一下哦，你没梗，对我没梗了。不然我再画诗源和诗雅好。好哟，谢谢。六人站一起。好难哦。Hello, 姐姐。Hello, 雨林。被猜到了，哈哈。你们都太了解我。Takashi, 等一下。好，一起。等我一下哦。大家也来。Hello, 雨林，节目杀手，节目杀手是谁？是我吗？华雨林，好，等一下，华雨林，讲点话，你要帮我讲话啊！我也会画郭彦均，那个彦均哥，我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我有点不好意思。丧失了很多小朋友，什么意思啊？我画好了，你们要看了吗？我画好了。等一下，我画好了，我画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怎么样？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幅画的重点就是这个。这个嘴型，这个骄傲娇的嘴型，这个那个皮皮的感觉，然后呢，还有重点就是他非常爱穿猪的 T 恤，他非常爱穿猪的 T 恤，因为他很喜欢猪这个生物。他是我们的罗部长，上扬的嘴，对，这个重点就是上扬的嘴，就是那种哼的皮皮的那种感觉，怎么说？为什么他的是猪衣服？因为他很爱穿猪的衣服啊！我跟你说，他很喜欢他很喜欢猪，他非常喜欢猪。眼睛不够像，真的吗？眼睛不够像，你们不觉得我那个皮皮的感觉有营造出来吗？你们不觉得吗？脚已经好，最后脚是短袖，哎，他也是短袖，他都穿短袖。等一下，我的重点是他都穿短袖。我放错重点，他只穿短袖。对对对对对，他只穿短袖。我帮他加手。好了，我真的觉得那个皮皮的感觉我有描绘出来，他只穿短袖哦。然后这个啊，你没有发现吗？重点不一样，他的那个他们穿拖鞋，只有他穿拖鞋，其他人我都没有画出来，只有他穿拖鞋，因为他最爱穿拖鞋了。怎么说？好冷。你们觉得像吗？你们觉得像吗？你们有看过罗部长吗？思远今天感觉很悠闲，我们一样。你们有看过罗部长吗？难怪脚碎掉。你们有看过罗部长吗？你们觉得像吗？你们给几分？你们给几分？我忙完一波了，有像对不对？头发中分一点，头发再中分一点。诶我没注意到这个小细节，我给两分，两分好像蛮高，神韵有道，对不对？杨姐像对不对？罗部长现在很花轮，现在很花轮吗？在我心目中他就是花轮的那种，眼镜要再大一点。真的吗？好，这个我觉得那个这个有87分。真的吗？钟灵小帅一笑人有笑对不对？其实罗部长就是花轮，罗部长就是花轮感。满分10分，给10分，谢谢 Nobita。 他的脚趾不像，大家都知道他的脚趾，他的脚趾太难描绘了啦。我觉得最好笑的是，诶，帅源你也觉得神韵有到位对不对？我跟你说，你们还记得他说他在台中，诶，他在高雄说，他说我就住在一个盒子里，我就住在一个盒子里，就是目前现在比较好的，因为罗志祥叫小猪，不对，因为他很喜欢猪这个生物，他本身很喜欢猪这个生物，这不知道可不可以讲，算了，就不要讲好了，给他一点隐私，因为他本身很喜欢猪的这个生物，他很爱猪，他的那个电脑萤幕桌布是猪，是一只猪，活生生的猪，他有对猪的隐私。我跟大家讲一件很好笑的事情，有一天我在拍不知道什么东西，那天刚好下雨，然后他就很开心的去拿他前几天有跟我们炫耀他买的那个猪的雨伞，在日本买，他说你看这个猪的雨伞很可爱吧，然后结果有一天拍摄就突然下雨，然后大家都在那个苦恼说啊怎么下雨了呢，怎么办，然后他一个人就拿出他的雨伞，然后这样打开来，然后撑在那边，然后就是那种拽脸的撑伞，你们自己行想象这个拽脸撑伞。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很开心你的伞终于派上用场，然后他就说
他说对呀、啊、什么的，你懂吗？那个语气，那饮食会受影响？不会，我跟你说，他很爱吃回锅肉，他超爱吃回锅肉，他就算很喜欢猪，也很爱吃回锅肉。他就是一个无所谓的人，他吃猪，他吃回锅肉之前都会叫一声回锅肉这样子。我好像爆太多他的料了，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没人敢称。我可以说那个雨伞就是那个伞面都是猪，都是猪。罗部长应该不喜欢看悠悠台的佩佩猪吧？目前 staff 都好有特色，罗部长真的是一个太经典的人，他真的太妙了，他太妙了。谢谢周玲送我啾咪。欸，我觉得我画他画得很像欸，罗部长建轩，罗部长自相残杀，爱他就要吃他，宁愿淋雨也不要撑。他才不，他不帮我们撑，那是他的爱伞，或是西游记，他完全可以出道，他完全，他真的可以，他真的可以出道。我觉得我画得很像，有点舍不得擦掉。我觉得我画得好像，觉得是呀，好欢乐。搞不好是下一个沈玉玲，欸，他还是帅，算帅一点，帅一点。他真的有好多趣事哦。他不行啦，我不能画玛利亚桑，我不能画，我太害怕了，我太害怕了，不行，我不行。那画塔克西，不行，塔克西老师，塔克西老师，我也不行，我不想要伤害他。对，我擦掉了，画阿布杰姐妹，我不想伤害塔克西桑。罗部长出道，我觉得可以，对不对，老君？我塔克西桑。我的意思是走到目前哦，你说要走到目前哦哦，你说他们现在在目前哦，他可以，我害怕他画的，我害怕我画的很丑。笑人，我刚刚画过十元，罗部长就可以上。罗部长不一样啊，他可以讲是用心教了我两年的老师欸，我是一个，我对他就是很尊敬很崇拜。罗部长就不一样，罗部长是谐星的部分很崇拜他，其实他在默默看直播。画阿布的妹妹嘉怡林杰吗？罗部长是我很崇拜，不是，我在谐星方面很崇拜他。部长也用心帮你们计划，不尊敬不崇拜，对，不尊敬不崇拜。罗部长就是一个很妙的人。阿布妹妹画阿布可能会说米亚比伊拉奈，对，他就会说米亚比伊拉奈。西雅跟塔克西比，塔克西比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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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很好，只是那种感情是不一样的。塔克西长是老师般的存在，是先生，是老师在这里。部长是有点像朋友般的存在，虽然他是部长，可是因为他太好笑了。还有塔克西长。玛利亚桑闪接性比较有礼貌，玛利亚桑没关系，这个是他认同，我们可以这样叫他玛利亚桑。我觉得被西雅画觉得很棒，不会伤害，真的吗？帅源，好，我现在画塔克西桑。他最近的发型是什么？西雅越描越黑，他最近的发型是什么？有点忘记了，是这样吗？林杰有什么特征？对，我想一下林杰有什么特征。林杰看到会不会不想理我啊？因为我把他画太丑，会当头像。他可以是你们的舞蹈老师，对，他可以是我们的舞蹈老师哦。他是教了我们两年的舞蹈老师，我觉得有 87% 机会，我也觉得他看到会不想理我。太可怕了！不要故意画丑哦，我会翻脸。不会，我跟你说，我的画画水平就在那里啦，你也知道的。
反正西雅人的话就够丑。他可以没有，我跟你说，他可以比较特别一点，他可以需要描绘的比较特别一点。哎、欸，我画完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觉得他应该是想要我们转推西雅，转推西雅，我觉得可以耶，我觉得可以了。尿布床上要有蜜蜂，没有。我跟你说，我现在在画林杰，等一下再画他可以。等一下，不是讲错，我现在在画 Takeshi 上，等一下再画林杰哦。等我一下，我现在还没画林杰哦。等我一下，好了，我画好 Takeshi 上了，你们准备要看了吗？你们准备要看了吗？我画好他可以欣赏了。三、二、一，江江，江江，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八块肌，大肌肉，还有他的肚毛，以及这个，等一下。这边是冲绳男儿的浓眉大眼，而且他是双眼皮，因为冲绳男儿浓眉大眼，然后双眼皮，然后他的脸大概是这个形状。这边他的头发有鬓角，然后这边肌肉，胸毛，因为他有胸毛，环岛的时候，我知道他有胸毛这件事情啊。这边也来一点。他可以去唱，你们觉得有像吗？好像，为什么他是拖鞋？啊，我不太会画啊！我想一下啊，胡渣，对，他最近太忙了，有胡渣。他最近比较忙一点，有胡渣。大家觉得怎么样？给几分呢？大家，他的脸变红方，我为人最好，脸太方。口头禅是什么？迷人的危险啊！他口头禅是什么？我想一下，欸，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啊？他好像最近也就是怎么说欸，他最近口头禅好像也是怎么说欸。他最近的口头禅是，嘿，他口头禅是什么？我觉得他最近的口头禅也是怎么说？800个人见证这一刻，你们觉得他们的口头禅是什么？现在休息五分钟，不对，我给6分，一块鸡给一分。他最近的口头禅，我觉得他真的没什么口头禅哎、欸。啊啊，我知道了，因为他都叫我姐姐，所以我帮他写姐姐。他都叫我姐姐，他说那姐姐妹妹，他都叫我妹妹妹妹，然后叫我姐姐这样。我帮他说姐姐姐姐，一直晃好难截图。好，给你截图。截了吗？墨水分食什么意思？现在不可以握手。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握手？五天老师什么？就很像五天老师吗？那个头长得好像奇怪的模型。没有啊，他的脸都比较，他开始长的脸型就比较这样子，他的脸型就真的比较这样子，他的脸型属于比较，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我有像许孝顺，可是我觉得冲绳男儿的感觉我有画出来，有头发的巨石强森。有头发的巨石强森，我觉得主要就是肌肉。头上不是海蜇皮，就是我觉得他之前有一阵子会用卷发，他之前有一阵子的发型是卷发，我觉得很帅。对，我觉得很帅。好，我们要跟 Takeshi 老师说拜拜咯，同样子。
头都直着，没有，还是比较肩膀还是比较宽。你看他肌肉多大，你看肩膀还是比较宽。就是上台拿礼物，然后一直说不可以握手，不可以握手。哦，他可能很怕你们冲去握手。姐姐，黑脑机商，所有黑脑机商，拜拜，黑脑机商。看回来，这个是 Takeshi 桑，这个是 Takeshi 桑 TV 画不不对，我还在精进我的画工。Takeshi 拜拜。哎，这好难插。Takeshi 啊，谢谢张林送我 star。Takeshi 拜拜，好想帮他带墨镜哥吗？等我一下啊，林姐，林姐好难画，林姐。林杰就是一个很漂漂亮亮的女生啊，要怎么画、啊？林杰反而没什么。你买了她的专辑？你说《迷人的危险》吗？你买了《迷人的危险》那个专辑吗？欸，你买到了，现在还买得到吗？我觉得《迷人的危险》很好听欸。你以前就喜欢她了吗？我愿当诗雅的白老鼠，感觉就是某鱼港的林杰和玛丽亚一起画，林杰就等于画玛丽亚桑啊，画不精进会变画组。画博画组，林姐，可是林姐没什么好画的，林姐就是漂漂亮亮的女生。嗯，那画果果，画果果更好画，画果果很好画，果果很好画。雨林也算好画。林姐看你怎么画。我在想林姐有什么特征，我们一起一边聊天一边想林姐的特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哇，是你回来了。画可爱的人就是果果，可是我不太会画可爱的人。画果果能感觉到恶意。晚安卧室。对啊，果果长脸。看瑞婷台，我第一次也想哭了。什么意思？瑞婷干嘛了？瑞婷怎么了？没关系，你要画画，怎么画我都会说美，因为我画林杰吗？谢谢梦幻旋律送我 star。谢谢阿荣，Aaron 送我雪花。对，林杰，那手华哥，等一下我画我自己，你会说我漂亮吗？你会说我画的好吗？咦，手华哥怎么样都不能说丑。瑞婷100分，只是今天不小心哭哭。瑞婷为什么哭哭？她压力太大吗？你有没有安慰他？等一下，我一点画得太丑了。等一下，不行，要擦掉了，这不行。场面又干了。对啊，你赶快说点话，我要聊天，边画边聊天。我要聊天，我要聊天。瑞婷怎么？对啊，瑞婷怎么了？压力太大，瑞婷压力太大、哦。现在人在画谁？现在在画林杰哦。怎么办？好丑！林姐真的如影随形，林姐不在。
没关系，手滑哥说你画的都美。手滑哥是因为我在画林杰，他才这样说。林杰的气质很难画，对啊，林杰有点难画。等我一下哦。手滑哥会替林杰送跑车给你，谢谢。咦，这是什么？海棠步摇，就只是分享新入场看人吗？海棠步摇，谢谢宝拉。大家也不忍心哦，瑞婷，没关系的，瑞婷。佳宇好可爱，谢谢。哎，宝拉，你什么意思啊，宝拉？你真的手滑点到吗，宝拉？宝拉，你什么意思，宝拉？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失望，太难画了。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失望，我抓不到重点。谢谢 Aaron 送我，可以看这两台。我觉得你们一定会失望哎、欸，我觉得好难画哦。我画好了，可是我觉得很丑哎、欸。我在找礼物啊，一，我觉得很丑。等等要去看品涵姐。好啊，月月天晴推推点，手滑哥你先去补档，我现在要去赶作业。好，我现在要公布林杰哦。三。二一，怎么样？还可以吗？空气刘海，空气刘海，很眼睛很大，空气刘海，长头发，很瘦，很瘦的腿，很瘦的手臂。李维说有工作，肩膀好宽，还不错，太好。怎么样？怎么样？也戴了帽子没有？先去顾小孩，长拔啦，不可以，什么都不表示，我笑得还不错吧？眼睛很大，天哪，我必须说这是你今天最美的一张。哎、欸，我觉得他的空气刘海我有到位，空气刘海有我有到位，空气刘海这边有到位，眼睛跟少女漫画一样大，对呀、啊，因为他眼睛很大，小鸟腿真的像，谢谢帅元送我，这什么拼？Pixie Dust， 帅元好漂亮哦，谢谢你。最好看的就是衣服上的字。李维，你怎么这样子？觉得萝卜长比较好？哎，萝卜长，我真的觉得我画的不错，有前几名。他眼睛很大，因为林杰他其实没什么，他就是眼睛很大，然后空气刘海，他最在乎的就是空气刘海。牧羊犬，拜拜。他最在乎的就是空气刘海，所以一定要帮他画上空气刘海。等一下画抹茶，不行。要画帽T，哎、欸，对，根本把林杰画得太美。谢谢张琳送我 wishing ball， 谢谢张琳，根本把林杰画太美。你心目中的林杰二推已经是西亚，耶、yeah, ！他可以上，他可以上，我画啦。林杰是不是欠你钱？有毕卡索的画风，下个要换雨林，好难哦！你们都出给我很难的题目哎、欸。先去请文台，拜拜，拜拜，建轩。我要给你187分，满分是200分吗？这个太难，有些人没有什么就是脸部的那个重点就会比较难画，要有脸部的重点比较好画。他刚有留言给你，诶，他给起床在哪里？谢谢谢谢爽华告诉我保时捷，他给起床有留言给我，我看一下。很会画，谢谢 Takeshi 桑，谢谢 Takeshi 桑啊！你错过我刚刚画你了，怎么办？我没办法再画出一模一样的，你很会画，谢谢 Takeshi 桑啊！14万，谢谢帅元，怎么办？你错过我画你了 ，Takeshi 桑 ，Takeshi 桑，你觉得我画你，你给几分？你给几分 ？Takeshi 桑给几分？哇，大哥先生竟然来看我的直播，我好感动哦！谢谢大哥先生，
哎、欸，我给你很多鸡肉哎、欸，他跟学长，我给你好多鸡肉哎、欸，他跟学长三分，我给你那个、欸、二头鸡跟八块鸡哦，那些你该有的我都给你了，你该有的我都有给你，我连那个胸毛都给你了，三分。因为环岛直播的时候，我看到你的毛，我也有画出来哦。而且你的那个 QQ 的头发，我也有画出来。冲绳人的浓眉大眼，我都有画出来。他不该有的你，他可以想真的是。那他可以想，你觉得我画罗部长有几分？我画罗部长有几分？目前最高分。他感觉想生气了。罗部长几分？罗部长几分？99，罗部长99，好高哦，好棒哦，罗部长99分哎，好高哦，肚子有毛？不是啊，你们自己去看环岛回放，他肚子真的有毛啊。哈哈，部长真的画这么像，真的部长真的画很像，我建议你回去看一下直播，我真的画他画得很像，根本恶意没有。雨林的发型，雨林现在的是发型是什么啊？有点忘记了。雨林的发型，雨林的发型，哈哈，差太多，哪有差很多？雨林的发型，嗯，双马尾啊，画阿果，等一下再画阿果，今天好欢乐耶！ Yeah! 今天是想了很久的主题呢。长脸国，好，等一下哦，我先画雨林，雨林的眼睛更大。我跟大家说，雨林在我心中，他的眼睛比林杰更大。对，开到9:30，他在我心中眼睛比林杰更大。手滑又滑出去了，没关系。对，我觉得雨林会不会讨厌我啊？你应该不要画我，因为你没看过我本人。我就是要看过本人才可以画啊。我觉得雨林会讨厌我，我觉得我会被雨林讨厌欸。我觉得雨林会讨厌我。对，雨林在我心中眼睛是最大的。你们要看吗？我画完了，预备，预备，三二一，我跟大家解释，我跟大家解释，眼睛很大，吃奶嘴，8岁，重点是这个蓬蓬裙，雨林在我心中的印象就是蓬蓬裙，都是尿布。不是尿布，嘴巴是奶嘴哦，这是奶嘴，然后这是蓬蓬裙，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是蓬蓬裙跟眼睛很大，他的眼睛就是这么的大，嘴巴是奶嘴，这是奶嘴，然后这个发型是我最近一次看到他的发型，就是上面有两个小恶魔辫，然后这边是双马尾。主要就是蓬蓬裙，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主要就是蓬蓬裙。怎么这些不妙？这些是不能拿来当作业。我没有要当作业。他在我心目中就是长这样子，吃奶嘴的感觉，小孩子的感觉。谢谢傅伟送我姻缘票，雨林要出动队，军队打过来了，长一嘴嘴。哎、欸，好，我们赶快擦掉，赶快毁灭那个证据，赶快毁灭证据。谢谢张琳送我 Wishing Ball， 不要，我们赶快毁灭证据，
赶快毁灭证据！大家装没看到啊！大家装没看过。我们没有画过雨林哦，我们没有画过雨林。他看到你，他看到了。我是雨林的翻译官，你是雨林的翻译官。雨林需要翻译官啊！张宇嘴失败，雨林妈妈等等会打电话给你。哎，不是，我只是把我心目中的那种感觉表现出来，我心目中对他们的那个大重点画出来，这样。我们赶快把雨林擦掉，赶快把雨林擦掉。雨林走了，他去睡觉了，晚了，该睡觉，要休息了，要休息了。雨林刚刚在这里打招呼，他不在。雨林现在正在买车票。雨林要冲过来了吗？其实知道是重有重播吗？哎呦，那个重播直播那么长，他怎么知道哪一趴我在画他呢？对不对？他不知道。雨林有一个日本粉丝，他偷看你，谁呀？谁？他都偷看到你了。他说要搭火车来揍你，一进来就看到隔雨林要坐普悠玛过来了。雨林不是在车站找妈妈，在找大军。我会放在这，不要啦，不要。我现在画果果，我要画果果。雨林说要用鸡蛋糕丢你，真的假的？你们不要乱讲好不好？你们不要乱传话好不好？到时候我跟雨林感情破灭怎么办？你不要害我跟他感情不好好不好？比比去，我想保姆应该会截图，觉得雨林看到会先大笑。等我一下啊，最好画画好看一点哦，诗雅。他很爱吃的那家，你知道我的最好看的极限就到那啦、啊，你知道我最好看的极限就这样。雨林画你们很漂亮，真的吗？那是因为他本身就会画画，我不会画画啊。我本来我的那个能力就到这了。期待果果被毁。好想把之前雨林画的，雨林之前有画过芋头口味，不行，我讨厌芋头，我讨厌芋头，不要做芋头口味的啦，我讨厌芋头。现在是果果吗？对，现在是果果。以后出画册，你们要买吗？嗯，我想一下果果长怎样。嗯。晚安，我想一下果果长怎样。挂门口避邪，你说买我的画册吗？等一下，没有，不会啦。怎么办？黑岩维，黑岩维是谁？他的日本粉丝吗？黑岩维，他的日本粉丝，怎么办？我画果果真的不行，我画果果真的不行。我画果果真的，我画果果真的不行哎、欸，好难哦。是呀，不要忘记你们家走路十分钟的距离，他冲过来也不会怎么样，他也不能拿我怎么样。STU 辞退的成员，以后就见面啊！跟西雅一组，大家会大输。雨林动作呢？小心他拿饼干过来，他没空啦。
怎么那么奇怪啊？这个，给他穿裙子好了，给他穿裙子。跟大清。好了好了，我画好了，你们准备好了吗？怎么？我觉得好丑哦！等一下，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哦，三二一，等等等等。我跟大家说，这个回来了 ，Hello！ 我跟大家说，首先。脸很长，不用说，脸很长，耶、yeah, ！谢谢杨姐送我玻璃心。首先，脸很长，再来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你们看哦，你们看这个嘴巴，你有没有发现跟其他人的嘴巴都不一样？因为对我来说呢，他的笑容是最开朗的，他最喜欢笑，他笑容的时候会露牙齿，所以呢，我把他的牙齿画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啊，很瘦的手，然后有没有看到？有没有发现这个腿跟品涵的腿又比品涵的腿更细？你们有发现我的用心吗？比品涵的腿更细哦。主要呢还是主要还是他的脸太长了，主要是他的脸很长，所以我帮他画很长。你看狗狗在后面，啊，对，他笑的时候没眼睛，对，我都忘记他笑的时候没眼睛。我跟你说，这是那个，这是大头娃娃，这是大头娃娃，因为我有点不太会画。果果画的好漂亮，谢谢艾斯。冰淇还是我冰淇是谁？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跟你说，这个我跟你说。等等冲过来把你吃掉，不会，欸，他腿那么细，欸，我画最细的腿就是他了，头跟身体一样长，没办法，因为他的头就是这么的长，也不对啊，他的头，他脸比较长一点，对，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果果。 OK， 宝拉你又回来了，果果下次要开始画戏啊，我相信果果的水平也跟我差不多。宝拉要画你吗？林杰跟雨林表示心碎，表示欣慰，心已碎。杨姐，你心碎哦，有抓到重点。谢谢钟林送我一元票，谢谢钟林。像许纯美，哎，这样画得出许纯美也是蛮厉害的啊。谢谢钟林送我一元票，要截图吗？来，一二三，啊！谢谢超哥送我一元票，谢谢超哥。艾斯你又滑出去了，脸长腿长脸更长，谢谢信婷送我一元票，谢谢信婷，咦，谢谢信婷跟超哥，谢谢信婷跟超哥，谢谢信婷跟超哥，果果图像，谢谢信婷送我一元票，已截图，谢谢大家。我刚刚看了什么？你看了果果的字画，果果的画像。果果附近文具行美工刀收购中果果附近这个白板笔也是果果帮我买的，谢谢果果。跳过什么？黑流星一千人见证果果图像诞生，耶、yeah! 超哥啊，谢谢超哥送我 star， 谢谢心灵送我 star， 果果买了自毁道具，欸，你知道，而且我还没跟果果说我今天要干嘛，我只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买白板笔，我想要做些什么事。有画师源了吗？有哦，有画了。他不应该帮你买，对，他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他只是以为我要拿来写东西而已。他知道之后应该会蛮难过的。不会，他还是会蛮开心的，我画他欸。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谢谢夫妻送我一元票，这是什么？刚刚那个是什么啊？我没看到那个，那个是什么？哦，便便，谢谢阿志送我便便。好了，
你笑到没气了，耶、yeah! ！带给大家欢乐，开心。接下来应该换谁呢？立完后悔帮你买工具的果果，他现在应该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好的，接下来想画谁呢？果果大哭啊，画爸爸啊，不行，爸爸，我知道爸爸长什么样子，我画爸爸不好笑，我笑到没法喘气，真的吗，柳君？耶、yeah! ，让你们开心，今天很开心吧？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开直播了，笑惨了，黑流星笑惨了，边吃饭边看，消化不了，哎呦，帅员要好好吃饭哦，画我，是亚欢乐台，耶、yeah!。我终于找到其他我擅长的事情了。对啊，我没看过手滑哥，那我来画哈。可是我想象不到手滑哥是胖还是瘦欸。你们知道手滑哥是胖还是瘦吗？啊，手滑哥今天早上是不是有讲他是胖的？是吗？说他一直吃很胖。圣斗士不被画，有哦。可是我画了爱死了，可以画捷运，不要讲。嗯，手滑哥，我想一下，我看一下你的头贴。宏伟，你要走了，宏伟，拜拜！毁坏别人形象，没有，我这是很用心的在抓每一个人的特色，我把每一个人的特色都画出来了。微胖，手滑哥微胖，我看你画成怎样，手滑哥哦，嗯，宏伟，拜拜！2018年见，宏伟，喜欢907，喜欢907的手滑哥。你很瘦，手滑哥很瘦，手滑哥，哎，谢谢谢谢嘉莹送我圣诞袜，嘉莹你画我画的好美哦，谢谢你，我一看就认出那是我了，因为我下巴有一颗痣，画男生真的好很多，谢谢嘉莹画我，谢谢嘉莹，嘉莹你卡片什么时候给我？你猜不到我，我猜不到你黑流星，我也没我真的猜不到你黑流星。我想一下，谢谢傅伟送我雪花，手滑哥，你可以一次讲完吗？什么意思？思雅可以画抹茶，嗯，可是我怕我不行，我不想得罪大家，我怕不客气，耶、yeah, ！谢谢嘉莹 ，Hello 钟琳，你又滑掉了，嗯，手滑哥，捷运站。有个捷运，我接到传，我按到传送了，什么意思？今天会画我吗？大件，画完没朋友？好啊，如果有机会都画一下你，我想想看，画一下抹茶，好吧？等一下，你也知道这样会得罪大家，我就不想要这样子嘛。我是很认真的在抓每一个人的那个，不要画抹茶。我当时饰演的卡片还没写完，所以没送，没关系。抱一个婴儿开捷运，想想看。我想想看哦，手滑哥的脸，嗯，结果全都画了。对啊，我本来只是想画粉丝欸，画上面那几个都不得罪，不会，他们不会，他们不会，他们懂我，他们懂我。手滑哥的脸是胖瘦，嗯，给你这个脸好了，认真的施雅最可怕。我没放脸吧？对啊，你没放脸。手滑哥的发型。手滑哥的发型就是这样，就这样。耳朵想被写话，可是李维，我太知道你，我太知道你。手滑哥，你没有放头像啊？对啊，给你这个脸。谢谢张琳送我雪宝宝，谢谢傅伟送我新爸爸。嗯，手滑哥，开捷运要穿什么衣服啊？嗯，穿列车长的衣服。嗯，念念。嗯。We 跟 NDS 也要选脸。珍珠大嫂耶！ Yeah, 你有看我的课题，我也有看你的课题。等一下，我现在那个，我现在必须要很认真的画手滑哥。
画得好丢礼物，画不好出名。哎，不要这样子嘛，不要这么现实，大家。嗯，要画萨米亚马，萨米亚马。扎米亚马是谁？亚马扎基，难怪我觉得诗雅的画似曾相识，跟 NDS 的自传角色很像，有吗？想被诗雅画，好，等一下排队排队。手滑哥，手滑哥会手滑，应该是手滑哥，手滑哥的帽子，这样，我知道三崎 Zakiyama 我知道 Zakiyama 我知道，手滑哥制服能当便服穿，真的吗？那个制服能当便服穿哦。嗯，开玩笑，就算画不好也不会长耶。谢谢大剑，你长得像三崎，你长得像三崎，你太晚说了，我已经画了。捷运长怎样啊？这样。可是我没他胖 ，OK， 那我再稍微胖一点。阿龙日记，我没看过阿龙日记。阿龙日记在说什么？被画到以后可以裱框，可以啊。好了，我画好，怎么办？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我有镇定剂给你吃，是可怕的小学生日记漫画。没特点就不会被画，芭拉有特点啊，芭拉有特点。好了，手滑哥在我心中是这样子的，大家准备好了吗？预备，一二三，来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手滑哥眼睛比较小，所以常常手滑，所以我给他一个小眼睛。这是我的那个设计理念，太帅了吧？真的吗？很帅吗？我觉得他眼睛应该比较小，喝醉的上班族，我觉得他眼睛应该蛮小的，太帅了吧？真的吗？对啊，又手滑了，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眼睛蛮小，比较容易手滑。啊，手滑哥眼睛很大，真的吗？手滑哥年纪很大。出乎意料的帅，真的假的？总算有一个比较帅，真的假的？手滑哥，你看我把你想象的多帅啊！总算有个手滑哥眼睛很大，我帮他加，他眼睛大，我帮他加。我帮他加大眼睛，怎么样？手滑哥，请给分。手滑哥，请给分。西亚的男生眼睛都是一大片。哎呀，我就不太会画画，太帅了，害我笑到喷。真的吗？手滑哥在处置，我快笑死了。芭拉要画你吗？芭拉，这是手滑哥，把西亚变手推吧。钟林很帅吗？钟林更帅了，这样更帅吗？佳莹，我没有你那么会素描，男生真的帅。哎，手滑哥。手滑哥在氪金，你给88887分，怎么样？你手很滑，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不要晃，对不起。怎么样？怎么样？手滑哥表示一下哦，没关系啦，没关系。送捷运，这是捷运，我心目中的捷运。哎呦，沉默了，你沉默了，你沉默贴捷运车厢。手滑哥，你要贴捷运车厢，你要贴捷运车厢吗？手滑哥要送捷运，等一下捷运开到你家，这么好。我也希望捷运开来我家。手滑哥要送城堡，不要啦，不要啦，不要送蓝宝坚尼，不要啦，不要。不好意思，这样不好意思，你还是不要手滑。谢谢傅伟送我1元票，笑翻。欸，我觉得蛮帅的啊，这是目前画的最好的前几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谁？你们觉得画的最好的第一名是谁？谢谢阿拉蕾送我雪宝宝。罗部长，第一名是罗部长。哇，谢谢手滑哥送我，这是什么？谢谢手滑哥送我，哦，我成为你的副驾驶了，手滑哥，我成为你的副驾驶了，谢谢手滑哥，我成为你的副驾驶，谢谢手滑哥。帅员，我不坐后车厢了，我要去坐保时捷了，拜拜。耶，yeah, 谢谢手滑哥。谢谢水瓶座圣斗士，可以自己开车了吗？可以可以，这个你不用麻烦，你开车，你专心开车就好。你专心开车就好，小华哥，你专心看前面，我自己开车门，我没空，我知道你没空，我知道你没空，我知道你没空，你专心开车，你专心开车。第一名感觉是部长，第一名是部长，你们都觉得我那个，你们都觉得我那个嘴巴画得很好，这是法拉利。法拉利跟保时捷哪个比较贵啊？是法拉利还是保时捷？这一位自动完了，我对不起林姐，没关系，大家都不会说出去的，这是我们这边的秘密，手滑哥，这是我们的秘密，这是秘密，大家都不可以说出去哦，这是秘密。法拉利比较贵。法拉利比保时捷贵，我不是说 Life Me 哦，我是说在现实世界。笑翻，耶，手滑哥，你有笑就好，有笑就好。哦，对，他是水瓶黄金圣斗士，我一直记错名字。你不是手滑哥，这里没有手滑哥，这里只有水瓶黄金圣斗士。我是对，你是黄金圣斗士，你是黄金圣斗士，你不是手滑哥。谢谢艾斯送我 star， 你不是手滑哥，法拉利比较贵。咦，你说真的吗？现实世界里法拉利比较贵，我都不知道，我认不太出来那个车的牌子，就是看到车的 mark， 你们不是都会知道是什么吗？可是我没办法，我不太知道车的牌子。谢谢阿拉雷的追踪，谢谢西亚，不会，谢谢你，我才要谢谢你。那个黄金圣斗士让我成为了你的副驾，我是水晶圣斗士。什么是水晶圣斗士？法拉利最便宜1000多万，保时捷最贵。诶，真的真的假的？原来还有差别哦。黄金城堡等着我，黄金城堡有吗？谢谢傅伟分享直播。啊，台湾的想晚安，台湾的想晚安，期待黄金城堡出现。好哦，我期待黄金城堡的出现。还是我自己送自己，我终于可以看直播了。你在忙什么？台湾的想，那就送宾利吧。宾利是宾士吗？宾士跟宾利不一样吗？冰室，谢谢夫妻送我圣诞好礼。法拉利是对蓝宝哦，所以法拉利跟蓝宝坚尼，然后保时捷，然后宾利，这样吗？那法拉利跟蓝宝坚尼是同一个阶层吗？我上晚班啊，终于可以放假，谢谢，恭喜台湾的想要画一个城堡送自己。好啊，宾利比较高级。咦，你说宾利比冰室高级吗？他们只差一个字诶，宾利比冰室高级哦，就跟诗雅诗源不一样一样。
宾利很哦，可是那宾利跟宾士是同一个公司吗？宾利跟宾士是同一个公司出的，还是不一样？只是因为名字很像，高级很多哦。真的高，宾利比真的假的？我都不知道哎，不是差很多。这是翻译啊，宾利哦，是因为翻译所以才会同，就只差一个字哦。纯粹是因为翻译，不是因为一样。因为宾利笔画比较多，所以贵。咦，那我笔画多少？诗雅，诗一二三四五六七，我27画，大概是乔丹限量款跟那些。咦，真的假的？你们比最后一个字就够。我27画，我还以为是，我也以为是一样的耶。那国姓云啊，本田跟丰田。诗雅比较贵，耶！诗雅比较贵，本田跟丰田也只差一个字。那本啊，我知道，本田是 Honda， 丰田是什么？那丰田是什么？想起昨天啊，对，昨天说的包包在衣柜里面。我等一下，不行，我现在衣柜有点乱，我不能打开来，我不能打开来，这样就会让你们知道，其实里面还没整理好。Toyota 哦 ，Toyota。哦，思雅笔画比较多，所以我比较贵。啊 ，Toyota 是丰田 ，Honda 是本田。谢谢钟林送我 Star Toyota， 原来 Toyota 是，诶 ，Toyota 不是 Team 八的那个吗 ？Toyota 是 Team 八的老板，对不对？谢谢皮卡丘兔子送我999个爱心。会像野原家的衣柜吗？没有，搞不好更糟。Toyota 是 Team 8的老板，谢谢巴拉送我雪宝，不会山崩，不会山崩，不会山崩，怎么办？我好想开哦，那你们等我一下，我去拿。等一下，谢谢富伟送我 Star， 半个老板，因为会山，不会山崩。没有山崩，预备，你们看，你们看，很可爱吧？你们看，很小心翼翼。谢谢爱子送我 star， 可是我开轰打，你开轰打，门不能开太大，不是，里面就小乱而已。你看，很可爱吧？你看，超可爱的耶，我去迪士尼买的小比目鱼。你看这个是可以放手机在里面的小比目鱼，很可爱的小比目鱼，超可爱的。谢谢 Aaron 送我应援票，你们看很可爱吧，很像我养了一只鱼，很像我养了一只鱼。谢谢杨杰送我 Wishing Ball， 年轻了5岁。你说背了这个之后年轻了5岁吗？我觉得背了这个有点像幼稚园，我觉得背了这个之后很像我是那种小学生，可爱度又增加，是你，你看超可爱的，我也觉得他超可爱的，他我都不好，其实我在台湾有点不敢拿出来背耶，我在台湾有时候不敢拿出来背，我觉得超可爱的，跟这个一样，小比目鱼。本来可爱，现在更可爱耶！双毛也年轻5岁，小美人鱼也可以让我变年轻哦。谢谢富伟送我钻石，很可爱吧？谢谢富记送我应援票，谢谢富记送我应援票。小比目鱼，可以约你去教游园地吗？游园地。是这样念吗？可以啊，我们一起去。对啊，感觉背这个包包好年轻哦。为什么？感觉背这个包包很像小学生欸。这包包好像小学生，有没有？谢谢张琳给你我的爱，谢谢。好像小学生哦。
太 Q 了，我也觉得很 Q 啊，比目鱼太 Q 了。可是比目鱼它装不下什么东西，它顶多就装个手机而已。它超好，加50分，耶、yeah! ！很像幼稚园，看起来和雨林差不多。就是要你戴斗笠，我戴斗笠不会老实，就跟你要是我戴斗笠没有老实睡哦。你自己你去看我的环岛直播，我戴斗笠没有老实睡，超可爱。容量超对啊，容量超小。其实 battle 念作 battle， 什么意思 ？battle 念作 battle。Hello，Hello Judy。东西不用装太多，别人会去不行，还是要自己付钱。我都会把钱包塞进去，还是塞得进去。推荐给雨林用，雨林搞不好不喜欢小比目鱼欸。现在小孩认识小比目鱼吗？现场看过你们戴斗笠超开，对不对，爸爸？放手机就好。对，可是有时候还是要带那个行动电源。8岁了会变3岁了，超可爱的。只能装饲料，下次给雨林杯。好，下次我带给雨林杯杯看。我带的小比目鱼，我就是那个，我就是艾丽，我就是艾丽儿了。他叫艾丽儿吗？陪小胖很痛苦。对呀、啊，李维，你懂，你懂。我现在是小美人鱼，因为我有一只比目鱼。雨林杯很像幼稚园。雨林不会，其实雨林在默默的长大中。请，现在我是小美人鱼，今天衣服很可爱，谢谢益生菌。Hello Aaron， 今天我是小美人鱼。Aaron， 你女儿会很羡慕哦。Aaron， 我只知道茉莉儿，茉莉儿是那个阿拉丁公主。奥利维，她是艾丽儿吧？奥利维，胆小狗英雄，那是别的卡通。但是我妈妈每次都叫他尼莫，他都说你的尼莫呢，然后我就说他是小比墨鱼。晚上要一起去 party 吗？塞巴斯丁，你们要当塞巴斯丁吗？你们要当塞巴斯丁吗？塞巴斯丁，胆小狗是茉莉儿，塞巴，对，塞巴斯丁是那只螃蟹。我本来想讲茉莉儿，突然的露肩双马尾太犯规，真的吗？本来这件衣服就是露肩，可是它会一直往上跑，它东西很多，所以它不能用这个，太小。这是我养的小比目鱼。我本来想讲茉莉儿，突然忘了，才该讲奥利维。咦，我没有看过胆小狗英雄欸，那个是什么？我没看过那个卡通欸。小比目鱼东西不能放太多，会看起来太胖。对啊，谢谢富伟送我新包包。胆小狗英雄是很有趣。其实我小时候不太看卡通，没什么看卡通。奥利维，哦，我知道奥利维是那个吃菠菜会变壮的那个，吃菠菜会变成 Takeshi 桑。那个诗雅苍毛也超可爱，谢谢西兰。吃菠菜会变 Takeshi 桑，对不对？他爬派，然后他吃菠菜，然后他的肌肉就会这样突然碰起来。爬派的女朋友奥利维，谢谢阿华送我雪天使大力水手普派爬派，谢谢基隆人送我500个爱心。有右奖哦，对，他有右奖。哎，你夫妻你好厉害哦，你怎么都有跟到我们的梗？谢谢益生菌送我姻缘票，我又回来了。诺比达，你刚刚有客人哦，谢谢益生菌送我姻缘票。大力水手反派是不是叫布鲁诺？咦，他有反派？谢谢台湾的想送我500个爱心。对啊，这是我的房间哦，西兰，这是我的房间。刚刚有画摩擦吗？没有。哎，我会怕。露肩双马尾小比目鱼包包呀，好长的那个绰号。摩擦好难画哦，不好画。我知道，我先来画我自己。对啊，好长的名字哦。我先来画我自己。抹茶不敢画，对，抹茶不敢画，抹茶真的跟玛利亚桑一样不敢画，都不敢画。还有跟那个柚子卡一样不敢画，每次奥利维都要被抓走。对，跟那个柚子卡我也不敢画，画一杯抹茶，爱死。抹茶，
抹茶，我来画一下抹茶。衣柜打开会爆开吗？不会哦，那个衣柜不会爆开，只是有一点乱，一点点，一点点。其实也没有多乱，真的。自画像，先画抹茶还是先画自画像？想被思雅画，那我先画一下副委，偷看一下头贴，偷看一下副委的头贴。哦，好，副委的头贴，真的啦，台湾的翔。副委不行，副委，我跟你说，我已经看过你的头贴了，你就长那样了，我就会画成头贴那样。思雅和思源的衣柜谁比较乱？应该差不多吧，应该差不多。副委很瘦，副委很瘦吗？你们怎么都见过？副委很瘦，想看你画女生，想看我画女生，画抹茶吗？好，等一下，我要画抹茶好了。大健想被画，好，等一下，都会三崩，不会，副委超瘦，副委要多吃一点呢、欸，我不乱，我都不乱，副委要多吃一点。画管弧，诶，我应该有看过管弧啊，我应该有看过管弧，我应该有看过管弧本人吧？不会三崩，不会三崩，对啊，小心红豆大军，你们不要过来哦。副委很像竹竿上面插一根贡丸，诶，副委会难过，副委吃不胖，那我也要排挤副委，因为你吃不胖。会地裂，画博认真做完。对啊，你们觉得抹茶的特点是什么？好，大健你先开车。你们觉得抹茶的特点是什么？脸上的特点。本田妹妹说她想画我，真的假的？好好，你快画。本田妹妹什么时候留言的？我看，我怎么没看到？你，我下次试试看画思雅轩姐可以吗？可以啊，你当然可以画我。那我等一下画你好不好？我等一下画你好不好，佑轩？我等一下可以画你吗，佑轩？小圆脸，小偶像带头排挤吃不胖的人。对，我等一下画你，佑轩。佑轩好吗，佑轩？抹茶的特点是什么啊？抹茶好像没什么特点。等等，本田妹妹会哭哭？不会。好，我等一下画你，我等一下画你，你不要急，你慢慢来，你不要急哦。哎，阿华，你什么态度？阿华，不然不像本人不承认的圆脸。嗯，我觉得他的脸其实也没有到很圆。嗯。嗯，可是我觉得他跟林姐一样没什么特，就是脸部特点不够，他的脸部特点不够，有点难，有点难，怎么办？我觉得有点难呢，我觉得不是佳作，这不是佳作。不要欺负本田妹妹，只好。不要排挤我，哎，副委怎么这样子？我不排挤你了，副委。耀轩，我等一下画你。我觉得他真的没什么特点，太难画了。他真的没什么特点。哦，我觉得他真的没什么特点啦，怎么办？我要给你们看咯，你们看，一、二，我觉得他没什么特点啦，我觉得他没什么特点，我觉得他好难画哦，脸啊，脸是圆的，对啊，就是脸是圆的，是脸是圆的，然后黑长直的头发，我真的觉得他很难呢，他好难啊，哈哈，那个头发黑长直的头发，就是这样黑长直的头发，这是那个啊哈哈哦啊哈哈，那头发好多，脸不够圆吗？我觉得脸蛮圆的啊，我觉得我已经给他很圆的脸，
是不是有点像啊？我怎么越看越像？我觉得越看越像哎、欸，我也觉得越看越像哎、欸，还不如画圆脸是什么？抹茶味，脸要再圆一点哈，脸再圆一点。为什么也这么胖？其实我不是很在乎身材，身材这个我还好。那我让他瘦一点，我让他瘦一点，感觉抓到神韵。我也觉得很像欸，我让他瘦一点。好了，脸变圆了。欸，我也觉得很像啊，脸变圆了。有种莫名程式，对不对，慕容犬？感觉得出来是抹茶，对不对？我也觉得有。那个黑长直的头发，其实我本来想要画他的那个笑容，可是我觉得我有点抓不到那个笑容。我也觉得有像啊，黑长直的头发，这是苦茶。为什么我看不出来？李维，你再去对照一下，你再去对照一下。阿冠冠怎么样？阿冠冠，打工会战什么意思？你们在聊什么？看久了有那神韵，对不对？老君对不对？对不对？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像。本田佑轩，我要想一下，我给48分，你给48分哦，好好低哦。我想偷看一下佑轩的大头贴。在哪里？哦，佑轩好难画哦。艺术家画个法令纹根本超神，120分，耶、yeah, ！谢谢 ice， 擦不掉，总分500 A， 多看几次越像。你看是不是西兰？不行，我擦掉了，诺比达我擦掉了，我太想毁尸灭迹了，我擦掉了。哎、欸，傅伟，谢谢傅伟，谢谢诺比达送我保时捷，谢谢诺比达送我保时捷。我给59分，脸应该再远一点，可是我擦掉了，对不起，你们自己去看重播啊，记得不要给他看，等一下他哭哭，等一下他会跟我说你怎么把我画成这样子。好，我要画可爱的本田佑轩了，我要用尽我一生的实力哦，各位，谢谢努比达，谢谢腹肌，我要用尽我一生的实力画本田佑轩。你要画一个 H 的 mark， 为什么？ Honda， 你说 Honda 吗？我要用尽我一生的实力，你们等我。嗯，我已经截图。哎、欸，我想一下本田妹妹的脸。这样子，本田妹妹的头发，这样子。嗯，脸太大，又要聊天？没有，我也可以跟你们聊天啊。等一下，本田妹妹的头发，本田妹妹的刘海，本田妹妹的刘海是什么样子啊？有点没印象，是不是没有刘海啊？大家说本田妹妹的刘海是什么样子？快点偷偷告诉我一下，一生的实力。本田妹妹的头发是什么样子啊？你们偷偷提示一下，我有点没印象，因为我怎么好像记得她没有刘海，她是不是没有刘海啊？她是不是没有刘海？各位，妹妹头哦，她是妹妹头，好。本田妹妹都不敢出声，对啊，本田妹妹都没出声，她应该在写作业。抹茶开台了，她开台了，啊哈哈开台了，啊哈哈，你们不要马上跟她说哦，应该被吓到。
有刘海跟思雅姐姐一样，跟我一样。好，等我一下。啊，不行，我要很认真、很认真的画本田妹妹。我要很认真的画。思雅，我去丢星星，拜拜，努比达。我要很认真的画。本田妹妹真有礼貌，本田妹妹真的很有礼貌。鼻子应该怎么样呢？鼻子，鼻子啊！我看到你刚刚很认真的乱撇刘海了，李威，你不要猜我的动作好吗？李威，鼻子小一点，鼻子小一点。希望你不要跟思雅姐姐一样学坏，眼睛灵动的双眼，本田妹妹灵动的双眼要怎么画出来？嗯，要怎么画出好的眼睛啊？嗯，不可爱啊！等一下，本田妹妹不要学，本田妹妹的画工不知道怎么样。这样不可爱耶，怎么办？怎么画出很可爱的眼睛？漫画里面有三个圈圈，哎，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啊？我也是这样想，可是，哦 ，OK，我了解，我了解。画睡着的眼睛，不要，那太偷懒了，你就画不出可爱的。李威，你怎么那样？就不用画眼睛，不行，睡着的本田妹妹很难画，睡着更难画。哦，可以哦，可以哦，很可以哦，等一下。这个很可以，本田妹妹，本田妹妹穿裙子吗？好像她好像走帅气风格耶，她好像走帅气风格，我帮她画帅气一点。啊，我帮她穿吊带裤好了，吊带裤。等一下，吊带裤要怎么画？吊带裤要怎么画？虽然我刚来，但还是先笑。哎，等一下，我想要本田妹妹的衣服怎么办？啊，好难哦！本田妹妹的衣服怎么办？我有穿吊带裤，可是我不会画吊带裤。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吊带裤要怎么画？这样，这样，吊带裤。想象就少，虽然只是练习，那吊带袜。我一直想到刚刚的狗狗，我觉得会画成吊嘎，不会，你太小看我了。哎呀，写错字了，思雅后悔画本田妹妹了吗？我是很压力很大。
你们好了吗？准备好了吗？预备，预备，一二三，开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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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怎么样？开门？怎么样？哎，这边有这两个，有比较加分吗？还是不要？这个微笑，这两个。这边这个微笑线好像不要比较加分呢，我看一下，不要好了，不要微笑线，不要微笑线，可爱吗？咦，反正妹妹很喜欢呀，我好开心哦，可爱吗？可爱吗？是目前画的最可爱，你看可爱吗？有水准是不是？我用我一生的实力，谢谢沙源送我雪花，联系改一下这边价值。你看有 H 哦，轰打轰打轰打，可爱吧？耶，柚子卡，耶！眼睛看久有点可怕，谢谢张林送我 star。哎，我觉得这是本田妹妹在我心中就是这么可爱。给本田妹妹截图，谢谢副委送我的钻石。本田妹妹截了吗？截了吗？女生理化最好，因为我给了她最灵动的眼睛。谢谢张琳送我芒果神推，谢谢张琳。恰吉哪有像恰吉啊？本田妹妹期待你画我，期待你画我超领钱一点，期待本田妹妹画诗雅。耶，柚子卡，柚子卡酱，好想念本田妹妹哦，超想念本田妹妹的柚子卡酱。这张是所有图里最好看，可是好多留言，没关系，果然毕生的实力就是不一样，是不是？那是因为柚子卡酱本来就很可爱。那是因为他很可爱，耶、yeah! ！我投恰吉一票，不是，这是柚子卡酱，这是柚子卡酱。荧幕往右滑可以去掉留言哦，柚子卡酱。再给你拍一张，有，谢谢，好开心。哎，不要啦，不要换大头贴，不要啦，本田妹妹，不要。我怕你的粉丝会变少，柚子卡酱不要不要不要，柚子卡酱我们乖，用你最可爱的脸就好了。柚子卡酱不行，你粉丝会变少，我不能怪在我这样我会不忍心。柚子卡酱，我不会截，大家帮本田妹妹截传给她好不好？不是传给她，传要怎么给她？你放胸前不好吧？我放胸前不好吗？啊啊，放胸前不好，对对对对对，我放胸前不好，我要这样，这样。有接到了吗？有接到吗？你刚刚定格，我以为网络有问题。哎，对，我刚刚放胸前不好，不要用那一张，不要用那张。会了，会了，再给我一次。反光，反光，好，这样，这样。本田妹妹有粉专哦，对，大家可以，大家可以传去那个，大家可以传去她的粉专给她。嗯，她粉专上。对，大家可以传去他的粉专给他，或是传在 PTT 上面。柚子卡酱，我自己也是，你自己也是，什么意思？哎，不要再一次啦，你们不要用我刚刚那张，我没注意到，不好意思，再一次，再一次，用这张，用这张，反光头上亮亮，咦，还是亮亮吗？嗯，这样。哎、欸，对不起，我刚刚没有想到，你们都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有截到 ，OK？ 你们刚刚都没有跟我提醒一下，有可爱，对不对？本田妹妹在我心中就是这么可爱。哎、欸，我还没画我自己，我要画我自己了。
现在9:11，我再用一次我用尽我毕生的实力画我自己。欸，那应该不用擦，直接本田妹妹下巴加一颗痣。我不用擦，直接本田妹妹下巴加一颗痣。欸，又吃干姜了。下个是瑞婷，瑞婷很难画，瑞婷那种灵动，瑞婷有一种阴气，就是瑞婷有一种这个，我觉得瑞婷有一种这个阴气，就是他有一种阴气，不是那种阴，是阴气。所以啊，大剑还没画，大剑，可是大剑好那个，大剑下次画，大剑下次画。它有一种阴气，对。我画好了，耶、yeah! ！我本人，毕生功力已经用完了。这想法不太好，直接加一点，加一点什么？阴气？什么？对，我说的阴气是这个阴，是英俊的阴。所以我下次。你没那么可爱，哎，我真的是英俊的英，大家还在这想法，直接加一点什么意思？你没那么可爱，哎，我画好我了，你看我还改名 me m， 英气前胸前，对啊，米亚比的 me m， 加了一颗痣。好，我想想看啊，我就长这样啊，啊，我就长这样。这不是诗雅吗？这就是诗雅，妹妹头，大眼睛，下巴有一颗痣，这就是诗雅。这样诗媛要怎么画？诗媛有画过咯，你可以去前面参考。我排好久的，为了要让诗雅画我。哎，真的吗？那我来画你，我来画你大剑，还我本田妹。可是大剑的头贴我来看一下，大剑头贴在开车，大剑，嗯。不要教小妹妹说诗雅会露肩，这不是诗雅，这里露肩，这露肩了，这边是肩，这边是肩，这边这个是比较裸露一点的。刚刚本田妹妹穿 T 恤，芝麻，脸上沾芝麻，哎，这不是还我可爱的诗，还我不可爱的诗雅，哎，大剑要怎么画？大剑喜欢大岛优子前辈，大剑是开车的大剑，那也太裸露。你们自己要露肩的、啊，大剑有什么提示吗？大剑说谎会变胖，你排下次芭蜡好，芭蜡需要温暖，我给你温暖芭蜡，大剑，我想想看。副委排下次，副委你就很瘦啊。大剑要怎么画？诗远要哭了，诗远没什么好哭的。大剑给我的感觉，是啊，你的鼻子快顶到荧幕，有啊。大剑给我的感觉是，开着车嘛，我先画一台车。大剑，你想开什么车？给大剑开，可是我不会画，我只会画一个标志，那就给大剑开这个，因为我只会画那个标志。然后大剑微胖是不是？大剑微胖，好，大剑微胖，啊，完了，我策划太大了，大剑微胖，怎么办？我策划太大了。你就开一排画那是眼怪，哎，我这样子好吗？这样子好吗？大家也想跟我握手哎、欸，男生眼睛都一样，本田就好好平平线，我要让大剑开我只认识的那个牌子，大剑开车，大剑在我心中微胖，大剑微胖。啤酒肚大件，大件在我心中是亲切的人，所以亲切的人，
买画画卷，亲切的人，嗯，丢完亲戚回来了，你回来了，亲切的脸，我要一个亲切的脸，亲切的脸，脸亲切的脸要圆一点，圆一点比较亲切，圆一点比较亲切，因为是亲切，所以要这样子的眼睛。个人单曲，单曲附画画卷，诶，我可以出个人单曲吗？太好了，谢谢。大健在我心中是一个亲切的人，所以亲切的人就长这样子。好了，我画完了。啊，忘记画耳朵了。亲切的人的脸是这样子的。好啦，准备。首先，噔噔，大健开宾士。首先，大健开宾士。好，大健开宾士。然后，大健微胖是很亲切的人，所以他的脸是弯月形的笑脸。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大健宾士啊！这是宾士啊！你们看到宾士的 mark。大健他说他微胖，所以微胖，然后他很亲切，所以脸都是这样笑笑的，好廉价的名字啊！我就只会画这种车，我就只会画这种车。好，大健就是这样子。大健你喜欢吗？你在我心中是亲切，我肥到变小吗？这是很棒，没有啊，这是我心目中的微胖就长这样，我心目中微胖就是这样子。亲切的大健，亲切的脸是属于一种脸。哎、欸，我不会画啊，我就是不太会画。那个好难，冰室好难。这就是大健，大岛健雄，这很棒吗？这还好吧，这还好吧。那你一定没看过诗源，根本可以想。那我帮他，我让他瘦一点，我让他瘦一点。喜欢，我要截图。哎、欸，等一下，我先让你瘦一点，你再截。我先让你瘦一点。画得完你自己吗？我刚刚已经画完啦，佑轩加一颗痣就是我，佑轩加一颗痣就是我，我跟佑轩只差一颗痣，丑化哥的尾巴，但是尾巴怎么差这么多？谢谢信婷刚刚送我副驾驶座，谢谢谢谢谢谢健身送，谢谢帅员送我雪花，Nobita 也想被画 ，Nobita 好，等一下，大健给几分？大健你想给几分？志玲你的头掉好可怕。再一次，好，再一次。突然被礼物挡住。好。再一次哦。有吗？有吗？有吗？大健，好，好，我都忘了自己的头贴。志玲的头贴真是非常有创意，真是吓到我了。志玲，你头贴吓到我了，还要念排名？不会，大健，大健，我给你开宾士哦。突然有点小清醒，哎，爸爸，我下次画画你，我下次画。谢谢柚子开奖，送我999个爱心。柚子开奖，我跟你长很像哦。我跟你长很像，我跟你只差一颗痣，柚子卡甲。其实我的双胞胎是柚子卡甲。嗯，我现在最后我要画，因为我刚刚已经画完我自己了。我想，我最后画谁好？柚子卡表示，但是我和西雅姐，她不会算，她不会算，我没有那么可爱。没有，你最可爱了，柚子卡甲，你最可爱，你最 Q 了。我画一下，我画一下芭蜡好了。
我画一下芭乐，芭乐它需要温暖，我要画一下它。首先，芭乐对我来说是方形的脸，黑框眼镜。芭乐对我来说也是亲切的人，芭乐对我来说也是一个亲切的人。然后他的头发我记得是这样，芭乐对我来说也是亲切的人，头发是这样。他们看过我，对啊，我看过他。芭乐说：“不要这么温暖，芭乐。”脖子、身体。等一下，22分了，你太小看西雅的功力了。我画我可能只剩衣服，知道是我？不会啊，你只要写上88就对了。哎，可是你跟无限应该会长很像哦，因为八跟无限的符号很像。88会跟无限长得太像。我儿子可能画的比较像我，谢谢谢谢张永照送我新人爱心。爸爸保重，爸爸跟无限。23分，我必须画快一点。哦，是啊，不能画我吗？信婷，信婷，我们等一下。对，我还没画信婷，等一下，信婷也要被画，等一下。这个怎么画？我先画88，等一下时间不够，完蛋了！大家都我没画到的，我下次一定会画。好了，我画完芭乐了，我画完芭乐了，预备，预备，等一下。预备，啾啾！芭乐，这是芭乐，这个是芭乐，芭乐是第一个送我扇子的人，所以芭乐有一个扇子。这个是芭乐的儿子，小芭乐，这是小芭乐，这是大芭乐。为什么要黑我？这是明年第一张画信婷，对，明年第一张画信婷。这个是小芭乐，这是大芭乐，这是芭乐送我的扇子。芭乐就是长这样，芭乐儿子也近视吗？芭乐儿子应该也会近视吧？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会近视。芭乐为什么要拿牵绳？因为他要牵着他儿子。信婷，我下礼拜第一张，我1月1号第一张画你好不好？信婷，这个是芭乐，你觉得怎么样？芭乐的 PTT 账号，芭乐 PTT 账号是什么？芭乐长这样，我觉得芭乐长这样啊，芭乐应该长这样，他才1岁没近视。好啦，可是就是要像你啊，因为很像你，所以要这样子画。信婷，我1月1号第一张画你好吗？2018年的第一张就画你，这头发很像兔子啊。这是小芭乐跟大芭乐，小芭乐跟大芭乐，芭乐请给分。那画完信婷可以画我吗？可以 ，Nobita， 排队领券，排队领券。谢谢大健送我的赖蜜星星，虽然小孩子不能偷吃，果然小孩子不能偷吃。芭乐，你觉得几分？我要念排名了，芭乐，你觉得几分？0分，0分，为什么0分？不
上对不起让你等了，还是想看四雅花。好，傅伟，那1月1号2018年1月1号拔蜡你竟然给零分，我太难过了。拔蜡真的很严格，对啊，拔蜡是很严格欸，我连小拔蜡都画出来了，我也来领证。好，牧羊犬领证，我给你12分。扇子应该要写平衡，欸，这个扇子是你第一把，因为你是送我第一把扇子的人，所以我才画出扇子。哦，快念排名，对，快念排名，好，念排名咯，建轩。第35名是张永照，36名是张永照，第35名是爱元保健康镜，第34名是枫糖，第33名是阿波里奈尔，第32名是卡丘，第31名是宏伟台盐圣斗士，第30名是141号的林佳颖，谢谢佳颖，第29名是云溪，第28名是大建国语双子品韩林杰推，谢谢你，第27名是李依婷，谢谢依婷，87号李依婷，第26名是梦幻旋律，谢谢梦幻旋律，25名是 Jack， 谢谢 Jack， 第24名是米酒 Mina 玉林君，第23名是自然系 Yuko， 谢谢 Yuko， 第22名是益生菌亚洲人，谢谢益生菌，第21名是雪春迪欧，谢谢雪春迪欧，第20名是楼君杰诗雅推，谢谢楼君改名字，第19名是头贴很可怕的自领养的边缘牧羊犬，第18名是超哥，谢谢超哥，第17名是建轩，谢谢建轩，第16名是阿华品韩雨林欧莫西，谢谢阿华，第15名是玉爱元圣圣斗士，谢谢玉，第14名是 Aaron TPE48 推，谢谢 Aaron， 第13名是傅伟 Miyaki， yeah， 傅伟改名 Miyaki，第12名是巴巴，最爱诗人小天使的巴巴，第11名是阿志，谢谢阿志，怎么办念不完，第10名是钟琳，谢谢钟琳，第9名是夫吉诗雅一生推圣斗士，谢谢夫吉，第8名是铁牛雅典娜卡吉奎，耶，第7名是努比达冯甲扛石人，谢谢努比达，第6名是爱死青铜红斗士，第5名是帅元，谢谢帅元，帅元帮我开车门，第4名是杨杰，谢谢杨杰，杨杰下次也要被我画吗，第3名是张拔蜡需要温暖，拔蜡虽然你是误送，但是还是谢谢你拔蜡，第2名是信婷母羊座圣斗士，谢谢信婷，信婷2018年第一张就是你了，第1名是水瓶黄金圣斗士最爱诗雅，谢谢你，谢谢水瓶圣斗士，耶、yeah， 今天是2017年的最后一天，无缘的诗雅晚安，为什么是无缘的诗雅，谢谢谢谢谢谢水瓶圣斗士，阿勒我改名了，诶还没看到诶，右肩做逢甲扛石原， OK， 谢谢右肩做逢甲扛石原，晚安大家，画画能力很有趣，谢谢西兰，佳颖有来丢个送男娃，对啊，晚安，2018年见各位，诗原明天也要画画课吗，不是，画画卷要多印几张，好，可以画我，可以啊，杨姐，礼拜一哦，帅元晚安，帅元晚安，帅元要帮我开车门吗？好，下次叫抹茶画，我要是米亚比队长，谢谢你哲，我会努力的，对的，我要是米亚比，水瓶座晚安，水瓶座晚安，我要是爸爸晚安。耶、yeah， 志玲什么时候要换头贴，黑流星晚安，我要是米亚比明年见，好开门，耶、yeah， 你终于愿意帮我开门了，帅元，我要是米亚比，爸爸为什么我们没缘，爸爸不是巴拉为什么我们没缘，叫错名字，拜拜，巴拉为什么我们没缘，水瓶黄金圣斗士晚安，诺比达晚安，爸爸明年见，我要是米露奇，我要是米露奇，我要是米露奇，我要是米亚比，哎，31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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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